你傻咗，其实真系两难咯，俾你拣，你想要边样？可唔可以又唔可以两者兼得先大镬？等等，喂，大家好，欢迎收睇9月16号星期五晚嘅节目，有瘫冻咗嘅老风，同埋啱啱庆紧嘅阿俊仔。系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俊仔。系啦，嗱，今日我哋本身预定嘅时间系9点半嘅，咁所以其实唔系迟好多嘅啫，咁样。系啦，咁亦都俾啲特别嘅消息大家先啦。咁经过连日点算之后咧，咁大致上就开始有啲书单咧可以出咗噶啦。系，咁真系要多谢咧。嗱，头先我同阿俊仔都讨论嗰个问题，原来嗰位网友送啲书咧，喺网上 bid 咧真系好值钱。系啊，真系，我见到好夸张。系啊，俾大家望下先。系啦，咁啊，老公攞你之前咧，就希望大家帮我哋揿一揿个 like 先啦，咩都冇讲住，揿咗个 like 先拉 like 为敬。系啦，咁啊呢个街霸三嘅系啦钻石，有最龙哥画嘅街霸三封面添。系啦，佢话白斗气磨砂钻石版，系啦，入边仲有几本嘅，咁就龙本加埋系白线、白黄绿红蓝紫黑，系啦，七色斗气齐晒嘅。系啦，咁啊唔拆包装啦，因为头先拆咗嚟影相噶啦。系啦，太高水位啦呢、這个，因为我哋上网睇咗平3000几蚊啊嘛。平嘅有700万，有800，有500蚊，亦都有个3500，个水位夸张到仲夸张过利物浦。系啦，我哋都唔知点。系啦，咁所以呢本嘢系难定价嘅，好难处理。系啦，系啦，大家有冇知道其实呢本书或者应该而家呢刻个水位系几多咧？系啦，或者话俾我哋听啦，咁样有冇李宗出签名啊？冇喎，好似。中出签名又冇啊，不如我下次搵阿龙哥签名。唔系有我同你捽走佢咯，好嘛？唔系最重要个封面系龙哥画嘅，系咯。咁阿龙哥画，我喂写龙斌总司令上去得唔得啊？搵阿直行走去搵阿龙哥签名，诶、哎、好喎、啊。唔系咁打假啲，即系呢度啊，响阿豪鬼嗰个先，呢个系左边，系啦，豪鬼左手边咧系有啊龙哥嘅亲，有个签名同埋有个有个乜头喺度嘅，系。啊，放大啲睇咪到先，系。系啊，就冇讲笑。有龙哥签名嘅时候，所以贵啲啊啦。真系唔知点计喎。跟住亦都有啲咧。呢一个系1周年嘅七色磨砂纪念版，跟住有一个阿 Ken 嗰个七色斗气8本，系啦、啊，由普通色嘅，即系普通印刷嗰七只色，再加埋镭射幻气特别版。系啦、啊，我头先立眼望过个水位都可以食，都食翻餐好嘅都 OK 嘅。系系啦，500蚊，500蚊一本啊！啊，马文生，你意思系咪啊？嗰、那个咩七色斗气钻石磨砂版系啊，有时有啲有价冇市，唔系咁平啲咯。其实唔系，其实我哋就想咧揾个订，即系有个价目俾大家参考呢个底价，跟住再拍卖，咁大家叫价上去咯。系系啊，咁至于实际上价钱几多咧，其实我哋真系唔识嘅，咁只系参考喺网上嘅价单咯，系等阵先，有个网友今日WhatsApp 咗我个户口度，唔知点解你会有我户口咧？喂，多谢你先。佢之前好似都报过俾我哋嘅。系系啊，我记得我知系咩字，系系我一间望下几多，跟住我加翻俾阿 CEO 啊，放心嗱。系多谢支持啊，系啦，3500呢个价有人买先去，唔真系唔知啊，我系真系响个唔系我劈一半得唔得啊？唔系，因为最惨我系真系打开个电话咧，响 Google Search 咧就真系见到有啲人咁嘅价钱，但系真系我坦白讲，我开头见到我都系觉得有啲呆咗嘅，睇错咗，佢咪揿多咗个掣啊？350揿多咗个零啊？3500咁样啊？知啊，但我真系见，我其实当时系呆咗呢本咁嘅嘢。值3000嗱咁咯，因为嗱我哋劈一半先，1700蚊，睇下冇人要，冇人要嘅，我哋咪减递减咯，我哋系嘛，系嘛，嗱系，其实仲有好多嘅，咁当然啦，寻日我哋都去仓啊，俊仔都研究过嘅，系系啊，仲有兵器，系啦，有龙哥龙神嘅兵器，亦都有嗰啲好似应该系霸道啊，定唔知边啲？如果嗰啲嘅，我哋好似嗰啲点讲咧？开箱咁咯，即系你哋中意上嚟嘅，即系随缘落座，10蚊20蚊咁，你要睇啱嘅攞，摆低咗攞咯，咁咯，咁样好唔好啊？吓，因为如果每件定价就冇啦，呢啲太复杂啦。吓，可能你睇啱嘅，你啱咪中意嘅咪摆低5蚊，咪攞件走咁咯。系吓，咁事实上啦，除咗街霸三之外，仲有阿马 Sir 嘅天下画集，仲有连第1至4期讲两极嘅古仔嗰本都有。系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头先 check 咧，都未 check 到个价钱应该系几多。
咁啊，用翻普通价咯，即系可能正价咁样咯，睇下冇有冇要咯。即系如果我哋搵唔到价钱嘅，就试下正价得唔得咯？唔得，我咪又再劈价再减咯。系。咁因为其实我哋呢啲全部都系网友送俾我哋嘅，咁唔系呢个唔系呢啊，即系唔系有一扎咧就系网友送俾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俾我哋拍卖一半就当货金俾我哋。系得 ，OK， 咁冇问题嘅。咁睇下如果系网友系咁样想同我哋拍卖嘅，咁我哋尽量即系俾翻多少即系拍卖一半一半咁就譬如即系将佢嗰件价值就即系贬到太低咁就唔好啦咁样吓。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啦吓，顶即系顶咗个鸡头啦，系嘛？系咁，另外都仲有啲垃圾集嘅，好似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以前当年夜魔杀星同埋超级警察，咁虽然系出咗两个唔同公司，但其实应该同一个世界观嘅。系咁啊，超级警察一套就四期，跟住超级警察夜魔杀星就总共十七期，又系成套咁样齐晒咯。系系啊，咁另外好似仲有啲系揾咗啲漫画家签名嘅创刊号啊，或者嗰啲唔知边啲期数嘅书嚟嘅，直头有相关人士签名嘅，系啦，就唔系我同张仔嗰啲可能加多5蚊10蚊咁咯。系啦，咁详情啦，咁我哋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啦，讲讲，因为我哋真系即系唔奶价，真系唔奶嘅。系啦，一见到网上个价动嗰、那个浮动个比率系相当之夸张嘅。吓、啊，即系我费事有阵时即系定得太低，咁啊，即系令到即系网友嘅嗰个珍藏嗰个价值贬低咗，佢就唔好。但系有阵时我哋唔知咧，又可能标到太高，咁我可能觉得我哋食水深咁样啦，绝对唔系嘅。系因为我哋真系唔系啦，利益申报先，因为我哋真系唔奶价嘅，系啦，即系有阵时标得太高太低咧，咁就即系你哋靠你哋话翻俾我听啦，因为我哋真系未做过呢啲噶嘛，系咪先咁咯？好，咁至于龙少福亲笔签名画，其实就上次交翻俾阿大肥嘅。系啦，原来嗰幅画咧系阿佢好耐之前咧，阿大肥就拗阿龙哥画俾佢噶，龙哥话有拖保险啦咁样嘅。系啦，咁就但系当其时咧，咁就佢通知咗另外一个人去攞嘅，咁当其时就搞错咗，以为龙哥送俾我哋嘅咁样。系啦，系啦，其实嗰时前主持系令到夜晚收到个电话，搞到。夜晚要处理呢件事，系啦系啦，即系大家如果有上我 Facebook 或者系上我哋嗰班玩 Facebook 咧，都知道我同阿龙哥影嗰张相中间嗰个画板，嗰幅画板咧就系阿龙哥送俾阿大肥嗰一块嚟嘅，咁样就系啦，我哋误会咗以为我嘅咁样。好好吓，多谢你啊，好多谢多谢，好咁我哋有冇其他广告啊？交代啊，俾网友如果冇咗，我哋广告就啱啱更新咗个。套装漫画嘅数量，咁之前套装 A 天机战城不敌第一期嘅套装咧，根据阿殷老板通知就仲有四套普通版，就一本天机战再加不敌就只收68蚊，系啦，咁就仲有四套嘅，另外仲有个锁匙扣特别版咧，就100蚊一套嘅，系啦，咁稍后咧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处理翻啲时间，睇下可唔可以就到，因为老风其实仲有个。plan 要处理就是要将可能殷老板一啲古仔咧当成一个活动式嘅漫画咧俾大家欣赏嘅。系多谢汤米。系多谢汤米。系即系可能大家都见过 YouTube 有啲节目咧将个漫画逐格逐格 send 出嚟嘅。咁我之前已经同殷老板倾过咧，尝试系希望做呢一种形式嘅节目啦。咁可能响天机战第一期抽10页8页去做一个第一回，咁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对呢本书更加有兴趣。系啦，因为本身俊仔同我上年都推介过呢本书嘅。系啦系啦，系啦，俊仔推介个画面啦，但我就推介个剧情啦。哇，我喺网台咯，系得噶啦。好，我哋继续。好，咁就希望大家到时多多支持啦。系啦，咁如果天机战 work 嘅话，其实都可能会做多少少唔同嘅漫画嘅活动式嘅 YouTube 节目啦。系啦，咁因为大家如果睇 YouTube 睇完可能几页之后觉得好睇嘅，就有机会再睇埋落去嘅。咁我希望用呢一个形式去推广下啲漫画咯。系啦，希望大家支持下啦。系啦，好咁啊，今期终于出到小鱼儿。啊，唔好意思，啊唔系小鱼儿，系剑雄，华剑雄呢条嘅扑街，唉，好嗱，我终于都感受到华剑雄啲扑街嘢啦，我就咁睇，华剑雄就好刻意俾阿马 Sir 特登画衰佢咯，但系唔系太即系。
话佢九成衰一成好咯，就系、是、因为佢一个旁白都有讲话佢咩心性顽皮啊，但系嗰个嗰啲咩唔系心术不正嗰啲啦，咁样中意整蛊人吓，但系即系所以我点解成日话佢好似小鱼啫？小鱼虽然刻意咧要做佢做坏事，但系佢啲坏事其实都系唔会啲好大大奸大案，佢纯粹整蛊你咧，可能屙屎抽咗啲蝎子，又或者整啲泻药你叹啊，实际上佢又唔会害你条命嘅。系，但系最惨剑雄咧就间接后屘害死咗新六条命。系咯，咁但系有我有一个情节咧想同大家分享先嘅咧，就系、是、我跳一跳啲个剧情啦，就系、是、阿华剑雄即系好恩皮啊，咁样跟住俾啲街坊投诉啊，跟住阿生奴咪闩门就打张凳，跟住阿剑雄就嗌好痛啊，咁啊柒柒嘅，呢、這个真系唔好打佢，喂，但系因为嗱。严格嚟讲，生奴好似佢老豆咁啦，系咪先？咁佢教训佢，出手教训佢系冇问题嘅，咁样吓。啊喂，有网友话，你个英文名我唔识读啊，唔好意思。如果你真系咁爱我嘅咧，你货咗金俾我先，系啦。咁你货到一定程度嘅嗰、那个嗰、那个金额咧，咁我咪我咪即系 OK 咯，系咪先？即系首先要货咗金先，呢、这个系最紧要一样嘢嘅，系啦。好，咁啊，讲翻之前嘅剧情咧，就系阿心魔咧，咁啊喺属于系我个人就觉得系被围剿之下，就即系终于都瓜咗啦咁样。咁心嗰、那个呢、这个心魔其实都系打咗几期咗系嘛，老公我冇由第九期正式出嚟，系佢嘅击坠数咧系想击坠咗阿麒麟子啊，呢、这个好无辜五个期系击坠咗，系啊击坠咗麒麟子同埋藏剑罗，跟住上期整击坠咗剑老同埋白风，今期就再击坠埋阿斯力千军，由第九期嘅中段出到嚟第十一期嘅中段，系啦，总共只系六十页左右嘅剧情咧，就已经做过咗五个，犀利，佢真系好有效率，抵请佢啦，呢啲先系杀手嘛，系嘛，咁同埋咧。力千军嗰度咧，我想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是、其实冇正式，即系心魔冇正式系真系俾致命一击俾俾阿力千军嘅，因为其实正常一个重要角色应该系会有一个，譬如我系奸角，你致命一击呢个系咯，即系致命一击就系揽住佢就系属于致命一击啊。系啊，正常应该系譬如有一掌啊一打啊，或者系会点对点会有一个致命一击俾佢。因为佢系用个胸口对胸口，唔系胸口对背脊嗰个接触点嘛。哦，嗰、那个就系系啦，佢就等于嗰啲红袍，不过佢个威力就要贴近个即系皮肤同肉咩，佢咪肉白相见啊，嗰啲咁嘅情况咯、啊。但系有样嘢就我觉得争少少嘅就系、是。但一嚟佢阿力千军就冇遗言啦，二嚟就系死嘅时候系冇嗰个死相咯，系只不过系由阿罗汉话翻俾阿韦雄听，哎呀，屌力千军救唔捻翻啦，跟住点韦雄就咁样就，唔系因为其实佢嘅死状咧，对上嗰两期已经有四个出现咁嘅款咧，即系佢想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交代一个角色嘅死亡咁样，我觉得争啲咯，其实正常嘅即系真。重要角色瓜嘅应该即系好似譬如燕王俾阿灭鬼神打瓜嘅时候，佢话啊嗰啲即系都要要个死状嘅出咗嚟啊嘛。算唔算重要角色咧？我又有啲斟酌嘅。我觉得好啊，我觉得系重要角色嚟嘅。我几中意力千军嘅，个名又 OK 啦，金钟臂又唔错咁样吓。咁同埋讲多少少就系金。即系阿剑圣瓜就其实预咗噶啦，因为佢过晒功力俾啲僆仔啊成啊咁啊嘛。跟住咧，佢用咗都几大篇幅咧去话剑雄好曳，但系又好聪明啊咁样。有样嘢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嘅就系佢咧自己好无意之间就即系见到有船着咗火啦，咁啊走过谂住嘻嘻哈哈咁啊咁啱就送咗即系救咗个有钱佬。咁啦，咁佢算唔算系路见不平咧？或者算唔算系嗰啲叫做咩咧？救急扶危咧？定系求其？哎，我嚟玩嘅啫，哎，见到你好彩啦，真系嗰啲咁咧？佢其实本身要衬托佢呢一刻收到一个有钱佬，但系佢都要搵个有钱佬去俾佢救咗先。系，其实个剧情应该 focus 咗啊。嗯，佢收咗钱，但系佢又真系视钱财如粪土，视珠宝如浮云嗰啲。嗱，呢个就冇乜所谓啦，因为其实知足常乐系 OK 嘅，即系假惰都系嘅。但系我就想同大家讨论一下，究竟华英雄唔系华剑雄嗰一刻，究竟系真系想救急扶危啊，定系当系一个游戏一个 game？咁哦，咁啱见到你，好啦，我救你啦，咁样并唔系话救人一命胜我七级浮屠，呢个系两样嘢嚟嘅。如果系咁嘅话咧，华剑雄系一个真系一个扑街仔咯，
即系并唔系话，即系我虽然系玩，但系见到有啲人有危急嘅时候，我都会救，即系要有啲正义感啊，咁又唔同嘅，两样嘢嚟嘅。我但系其实过多十期咗啦，因为剑红而家呢刻啱啱出场，过多十期佢又会一啲剧情咧，丰富翻佢对生命嘅睇法咯。系，因为其实佢开头都几扑街噶嘛，咁啊，因为有啲街坊投诉完佢之后，又杀咗佢只狗啊，又再去再去恶作剧多佢一次咁噶嘛。总之边个投诉过佢咧，佢转头都会系复出啊咁样，系咯，咁啊有啲古，我唔明，但我又唔明系点解特登整到佢咁顽劣，定系想即时话俾人听，新奴真系咁扑街，教捻到华英雄咁，唔系华剑雄咁捻样咧？其实我觉得佢当时真系参考咗绝代双骄咯，系，因为其实剑雄咧本身佢都系自负自己好聪明，聪明嗰啲人咧通常真系会练精学懒，但系佢练精学懒之余，其实佢。会花好多心机咧，去谂下点样整蛊人。其实同绝代双骄小鱼儿咧，我觉得如出一辙嘅。系，我觉得佢衰啲咯，因为佢覆灼啊嘛。你求完我之后再覆灼喎。咁啊，小鱼儿就应该未去到，但系唔好忘记，当时嗰啲恶人都俾佢搞到咧，嗱声赶佢走，连嗰啲十大恶人都顶佢唔顺。系，啲人唔好睇小佢啊。咁啊，同埋咧，我想同大家再即系重温一下咧，即系其实你好明显睇到佢而家啲画风咧，同佢前期嗰啲咧又唔同咗嘅，因为譬如人嘅比例啊，佢系又再系修正咗啲嘅，系同埋咧，我想佢系咪有个专栏嘅？咁啊，有个蛇仔咪画咗个华英雄出嚟嘅，跟住系阿马常咪自己画一个出嚟俾佢比较嘅。通常佢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咧，佢。用翻你个画面，你个构思再画一次，同你嗰个对比佢。系啊，我觉得呢啲咧，不论系40年前或者40年后咧，都可以攞出嚟同大家即系做一个专题嘅，即系你寄画俾我，我点样同你修正啊，点样同你讨论呢啲咧，系我觉得系几有趣味，同埋会几有一个几有趣嘅互动嘅，即系好似呢个夏君啊，呢个夏伟仪定呢个夏伟仪啊？想问下。呢、这、一个呢个夏威夷，呢个夏威夷，呢个夏威夷，呢个系个网友嘛，读者嘛，咁其实几好嘅，因为譬如大家望一望呢啲咧，即系做一个比较，你画一幅，跟住我又画翻一幅出嚟，咁其实如果我系寄画嗰个咧，我系会感受一个绝对嘅尊重咯，同埋觉得个距离即刻拉近咗啊，即系我哋咁，即系你当我系真系，可能系好朋友咁样，大家一齐做一个交流，咁系好好嘅。其实就等于好似咧，啲幕后高手见到个后辈，咁后辈耍一套拳，可能有啲缺点，佢同样耍一套条拳出嚟，同你比较，希望你喺个中间差别之中吸收，应该边啲去改善咯。系啊，同埋咧，喺中华英雄后边咧，其实佢专栏咧有一页。两页、三页食，有成三页咧。其实做，但系都几抵睇。呢度如果要睇，都要15分钟。讲真，因为通常佢嗰阵时中华英雄咧，去到第29页就完。30、31、32、33、34、6咧，应该系广告或者系专栏嚟嘅。系啊，啲专栏其实几有趣嘅。即系虽然系40年前啦，但系即系我未睇过嘛，我咪觉得几 OK 嘅。吓，咁啊，值得捧场，几好。好。咁啊，服中。复原啦，跟住复到新啦。咁其实咧，即系而家现代呢啲画风咧，系真系啱我多少少咯。虽然但系即系新中嗰啲分镜啊，即系同复中嗰啲咧，其实系完全唔一样，完全系两个风格嚟嘅。咁但系我睇落咧，咁新中都唔错啊。其实我觉得，即系一嚟嘅格数都。唔少啦，同埋不论系佢嗰啲譬如佢勾啲样啊、身啊嗰啲咧，其实几工整，我觉得，即系你可能当我系擦鞋都系咁讲啦，咁即系因为因为有比较啦嘛，大佬吓，咁啊变咗我反而可能低处未算低啦，咁啊可能觉得身中唔错啦，咁样即系但系我就未睇过旧住嘅剧情都系咁上下噶嘛，系吓 ，death 系咁噶嘛，咁啊都。因为咧系大海嗰度多咗啲无谓嘅描述咯。大海之前系冇咩噶嘛？系冇挥手啦。咁二来就系佢冇一个自强嘅，直头喺呢度同阿鬼仆会决一生死噶啦。系即系应该转头会决生死啦。其实我几中意阿鬼仆出嚟嗰下咧，即系偷袭钱无义咁咧，咁啊用条鞭咪绑住赤剑咁样啦。咁救主都系咁上下嘅。好长噶。系OK。
咁啊喺呢个时候就出咗个金钟臂啦，咁啊所以唔知系咪因为金钟臂系石黑龙年咧，咁所以我几千骨唔系新住龙虎门哦，咁所以咧而家去到新中咧，咁啊或者系叫中华英雄咧，咁啊金钟臂总之系金钟罩啦，咁啊俾阿力千钧练咗咧，咁我都几中意阿力千钧嘅咁样，咁啊其实力千钧点解金钟臂我应该系根据翻当时咧。马上另外一本书叫金臂小子。是。而事实上这一度啊响这个阶段的即是当救住这一刻力千钧练金钟臂呢石龙是未遇到慈云胜真添。是。他只得金钟罩三关和易筋经南级功力。是。好咁啊跟住。哎又破金喂多谢支持。哎多谢多谢多谢。是。咦翻黑夜下。努力自强。大家我都系，我都要翻学啊！而家，而家大家系啊，大家一齐努力啊！系好，跟住嗱，咁但系咧，跟住佢咪有咩无量神掌，咪出咗几个大版嘅。系开头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嘅，但系佢喺个专栏度讲，佢话佢想即系隆重歧视佢第一次使出无量神掌啊，咁样咧，咁嗱一次我 OK， 一次啫，咁你下次再嚟我就屌你噶啦，因为其实讲真你。一出招嘅时候咁样一个大板咁样吓一次一期一板我 OK 咯，但你一期即系你咁样讲，即系一期系三板啦，仲要唔仲要其他，仲要有计其他，譬如系一啲譬如一板得两三格啊嗰啲吓，跟住四方。但系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呢、這个嗱，其实如果佢呢一招咧，即系喺呢个时候系出大海无量嘅话咧，我觉得系会好啲嘅。但佢未学到大海无量啊，因为佢系应该识大海无量嘅。但系佢话佢学咗坐头三先，因为佢当时跟新奴就系学咗第四式。如果再学第三式就变成，即系头三式变成应该一至四应该齐。唔系，因为四方无量系以老孔所讲就系打四个方向啊嘛，并唔系出四掌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出四方无量系唔啱咯。佢直接啲。唔需要出四掌之后，将嗰啲掌印化繁为简，集中两掌出大开无量已经 OK 啦。系啦，我就所以我觉得系逐佢刻意要跟次序一二三出嘛。咁我觉得唔啱咯，因为四方无量系打四方啊嘛，系咪？咁啊，跟住就鬼仆就应该系同阿大学决生死啊嘛，以阿老凤所讲就系，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大学突然间咁劲嘅，佢出咗一招叫龙卷秋风，咁跟住就连阿力冇睇错，连阿力千钧只手臂骨都碎埋咁样。佢呢个咪无好无，其实佢刻意要早几期咪讲到佢自己就咩练功啊、自强啊之类啦。咁所以咪有古怪咯，即系你金钟臂咁劲，应该佢最劲嘅只手啊嘛。你譬如一低佢只脚位打即系骨裂啊只脚咧，或者系心口即系啲肋骨断咧，我都 OK、啊。但系喂，佢赖以最劲嘅就系金钟臂，你就一下埋佢就即系冚到佢只金只手断咗骨，我觉得就过分咗咯。唔系咁，其实都系证明咗一样嘢咯。黑中生咧中意无端端真系改埋啲无谓嘢，但其实对个古仔推进有冇乜帮助？其实甚至乎我都唔知改嚟做乜，古怪咯。佢要证明自己价值啊嘛。如果佢照得个剧情，佢觉得冇自己价值，咁最好嘅价值就改啲嘢，等大家知道系佢有改过。系啦，啲嘢好似好睇咗，但唔知有冇睇过咧，我就觉得冇睇好睇过咯。系嗰样嘢咯，我觉得偏离咗咯。即系你一系就重新 set 嗰个故事，开条新嘅故事俾佢，你自己 up 晒咁，我觉得反而好啲。反而就变咗就系你喺原本个故事入边就加啲你自己嘅嘢，或者系改啲你想要嘅嘢，但系其实系对个故事一嚟就冇帮助啦，二嚟就我觉得难睇咗咯。吓、同埋唔好意思，我借少少时间啦，咁就喂网友呢、這个网友就唔好玩啦，咁样吓咩出嚟啊嗰啲讲呢啲就即系多谢你啦，咁但系吓、但系你起码即系之前都讲啦，你起码有实质嘅支持啊嘛，你就冇实质嘅支持，净系讲呢啲咧就即系好难嘅咁样吓，同埋你想揾我好简单嘅啫，你咪上嚟网台揾我咯，我个礼拜五都喺度噶啦，系咪先？一定揾到我噶吓，唔使我出嚟嘅，你上嚟揾我就 OK 噶啦。唔系佢上次系咁。搞啊污染啊，系咩？呢个啊，就呢件啊，做乜搞污染咩啊？知佢啊，你知即系呢个世界上有啲奇形怪状嘅人噶、啊、啦。嗱，或者咁啦，呢个网友原来你系中意骚扰人嘅咁样，老风同我讲咗啦。咁即系如果你继续骚扰我哋嘅话咧，咁如果再系咁咧，咁但系又唔货金咧，咁我叫老风就踢你出去噶啦。好，我继续，系嘛？好。跟住我想同大家讲下最尾嘅就係、
即系想同大家又系想倾一个问题，就系系唔系喺呢一个位杀啊金龙头系一个最好嘅咧？咁样，因为嗱，金太保系有个动机嘅，即系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因为佢要交晒黑龙会所有嘅嘢，但系后屘佢就换咗个劫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换咗个劫，就根本就冇需要去怼死金龙头嘅，因为金龙头冇可能会交得出即系黑龙会嘅任何资产啊嘛。咁所以变咗就系佢你冇咗个动机，一系就你俾咗佢。如果佢真系交出嚟嘅时候，你先去怼佢，咁我都会勉强觉得金太保有呢个动机，但系而家都唔系啊。咁又同埋严格嚟讲，你金龙头其实基本上收皮噶啦，咁你再行埋去嘅，咁你咪叫阿金龙头收皮咯。你我觉得冇杀老豆嗰个动机喺度。如果你话系纯粹我好捻憎鸠华英雄，我要累，我即系我要搞鸠华英雄嘅，咁我 OK。但系其实严格嚟讲，金太保同华英雄都冇乜深仇大恨啫。呢条冚家铲熟噶，实系搞笑啊！系嘛？咩嚟噶咁得意嘅？喂，唔好搞佢啦。嗰条文嗰个咩啊？我唔识读啊！你上嚟咯，我都话我喺网台咯，系咪？嗱，但系最尾又咁样。嗱，我明嘅，因为你最尾呢个系叫做水河啊嘛，佢特登整到嗰啲个样目无表情咧，呢个 OK 嘅。但系又系嗰样嘢咯，你今期又即系有四页系断版嘅咁样，我啊觉得。有啲叫做咩咧？佢叫咩啊？好无谓咁拖页数咯，呃页数咯，呢个属于系呃页数咯。因为佢之前讲过噶嘛，即系佢后边专栏有讲嘅，即系想用一次全版咁嚟出三色，我咪 OK 咯。但你去到最尾咁样，喂，其实对个故事剧力，我唔觉得有劲咗喺边度咯。我真系唔觉点样劲，同埋个其实个背脊好卵流咯。我觉得嗱，俾大家望一望，你睇下。阿金龙头个背脊，即系个比例嗰啲，即系透视嗰啲，我啱啱我唔知啦咁咧。但系其实画两条直线，画几条直线，再配一配啲色，咁啊出一页。好嗱，咁我喺呢度咧做咗少少嘢先。系啦，啱啱嗰条蛋散咧就已经系 WhatsApp 咗我哋咧，去继续骚扰嘅。咁我喺度咧就俾大家望一望呢条蛋散嘅嘢先啦。系啦，稍等一阵啊。紧要嘅，即系呢条蛋散你要搞啲嘢。佢唔系。对唔住，你睇先，佢唔系交行货啊，佢就系hea，唔系hea，就系呃鸠你咯，呃鸠你咯。因为其实你严格嚟讲，你而家系25蚊三十页啊嘛，咁你咁样嘅时候，佢呃咗你几蚊咯，我觉得。好，系咪啊？呢一度咧，呢个豪华大家就望一望啦，系啦。唔系啊，佢都几有诚意啊，起码出自己电话先啦。系嘛啊！大家有兴趣咧，咁就可以问下佢，睇下佢可能系即系中意响条腰挂住啲红裤仔嗰啲嘅。咁如果大家留言系老公铲定系佢铲噶，自己铲噶？唔系，我揿咗个人咩将佢嗰个功能留言功能除铲咗。系啦，咁唔紧要嘅。大家如果有相关嘅需要啦，即系可能佢中意响五星。即系五支旗杆嗰度兜生意嘅话咧，大家有兴趣可以帮衬下佢嘅。系咁啊，系唔知咩嚟嘅，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呢啲就好闲啫，系咪先？我哋就我就好简单嘅啫，系咪先？支持我嘅就即系吓 like、追、share、订阅、课金睇广告咯。好 check 下你哋有冇咁 like 先。你哋好似冇咁 like， 帮我哋揿咗 like 先，唔该。顶系做咩？有再打嚟啊？佢连阿贤嗰边都搞喎。咩啊？边个啊？啊！大表个仔都俾佢搞，佢 send 咩啊？唔系都系嗰啲，你睇下，佢吓咁得意嘅，但又冇乜点，冇乜办法噶咯，真系系嘛？唔好理啦，你帮我揿咗个 like 先啦，你哋好，我哋继续系啦。叫 block 咗佢咯，吓唔好搞呢啲啦，吓或者系咁咯，吓系咪又话爱我，但系又冇实质行动咁样，即系。即系搞笑啦，系咪先？好，唔系咁，其实有电话睇下大家有冇需要兜生意咯。唔系，即系大家需要有需要进行嗰啲行为嘅咧，搵佢嘅。夜晚两三点都 OK， 我谂佢都。我都觉得 good luck 讲嗰个可能系有啲可能嘅吓。阿 good luck 都有啲机会嘅讲嗰个吓，但系算啦，我都唔想，冇搞啦，真系。唉，
你择使啊？通常性无能只会咁做，我男人嚟噶啦，肯定点会有女人睇？点会有女仔睇嗰晚啫？系咪先？都唔系嘅，以前有嘅。以前有咯，吓，但系即系唔会咯，即系会唔会突然间会有啲咁嘅好嘅事发生喺我身上咧？吓，即系唔好话咁讲啦，系发生喺每一个人身上咧，唔系冇细啲咯。咁我又唔会咁天真嘅，有个人同你讲话爱你，跟住我会自己会扯甩晒旗，除甩晒裤行出去咩？唔好玩我啦！呢、这个世界系冇免费嘅午餐噶，同埋阿老方嗰句咩？免费系最贵噶嘛，系啊，系嘛？所以咧，即系大家要认清个事实，系嘛？就算系古天乐咧，吓、啊、都唔会免费嘅，就系咁咯。唉，好。有啲人真系，可能佢上次嗰招咧搞唔成我哋咧，跟住而家又用个招数，可能系啦，唉，其实坦白讲啦，你见到我哋其实，如果佢唔出嚟搞嘢，我哋都唔提佢。系，即系，但系个最惨，你成日喺度搞呢啲咁嘅嘢，真无谓咯。你有个台，你唔该，你做好自己节目先啦。系，同埋阿周峰啊，冇可能噶，点会天跌个大波妹落嚟俾我啊？有乜可能啊？冇可能啊！就算系真系有啊，我喺度做直播。个大波妹咁嚟揾我，咁我老婆睇到噶嘛，系咪先？就算我真系想除裤啊，屌你老味都要休捻住先啦，啱唔啱啊？系都暗哑底啦，系咪先？你咁样光明喺阳光之下，大佬系嘛？衰鸠咁噶，衰即系会做一啲会俾人发现嘅嘢，系嘛？你要认清个危险性喺度啊嘛！你都唔想搞到我，喂妻离子散噶，系咪先？喂，我女走咗点搞啊？我老婆走咗点搞啊？搞唔捻掂噶嘛？唔会噶。但呢个世界上有啲人真系蠢到咁样噶嘛？系嘛？你谂下，你啱啱嗰个前主持啲蠢事咁咪做到所有人都知道佢做蠢事为止咯。系咯，咁所以啲人系咁蠢，咁我唔系啊嘛，我好小心噶，我系唔咪系先？因我为系确保100%，即系我确保自己100% 做坏事，冇人发现我先会做嘅。咁所以我会唔会做啊？佢以为你同佢嘅智力差唔多嘛？黐线咯！佢自视太高，佢觉得佢嘅智力比我哋高，所以用佢个 level 去衡量你咯。唔会，真系对唔住，都唔同级数，都系真系唔同级数。嗱，咁我对比翻，搵呢一幕俾你睇下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救住嗰刻阿华英雄暗算阿金龙头嘅情况。系，但系跟住阿李千官即刻扑出嚟喎。系啊，好，喂，多谢多谢。多谢支持。系啦，咁其实佢呢一幕其实主要都系凸显翻阿金龙头同力千钧嗰刻临终嗰啲交代啦，系，因为令到力千钧好合理地咧，扯阿华英雄，其实华英雄真系惨，无端端咁死我边有钱买伦敦金啊？冇玩啊，系咪？我哋做呢啲节目边有钱啊？边有钱俾你呃啊？我用边有使费啊？我话埋俾你听都唔紧要啦，我将提款卡喺我老婆度啦。系嘛？我有冇司每机日得先几条啊？嘢咋？我有私几钱？我最惨嘅就系出粮俾我嗰个就我外父，佢每个月就系入票俾我，出批喺佢度。咁我点咧？我点可以有私几钱咧？我搭车钱你问我啦，老细，我真系我呢几惨啊！跟住系五四三二，系五四三二。好。其实咧，即系用点讲咧？算啦，用不知所谓去形容五四三二，会唔会好过分呢？因为其实呢个故事去到呢一度呢，又好古怪嘅。首先，你上个礼拜就呢、这个叫做千碎妖岁兽，妖手就走去恰呢啲嘅叫做咩啊？老妖老弱精。残兵啦，咁恰老弱残兵就冇乜意思嘅，但系都。唯一少少可以睇睇嘅咧，就系阿百里英都要出咗些少少功夫啦。咁但系完全系冇卵用啦。我最无解嘅就系喺一到佢哋真系就嚟死嘅时候，阿道祖出嚟救佢哋。咁我啊觉得有啲古怪。咁既然道祖喺柬埔寨，唔过翻柬埔寨啊嘛，系嘛？喺缅甸啊，柬埔寨，唔系缅唔甸，过翻嚟咩？好似。会影解好大，唔好意思啊，我地理我作家比较弱少少，地理比较弱啲。吓，嗱，曼彻斯特我知喺边度，我都知。喂，你打咗14页，阿道祖先出嚟，喂，
其实你 suppose 应该一早就知佢哋嚟㗎喎，点解你唔早出嚟呢？係要等佢哋俾人打到屌真係收皮啦。係咪？咁但係。柬埔寨。係。係。冇错冇错。係咪？咁而家柬埔寨好 hit 啦，係咪？咁曹叔係咪？曹叔就都顶咗几页。跟住阿子君同阿百里英咧就搞咗十页八页咁样，但系如果佢应该俾人化晒啲功夫嘅话咧，应该第一嘢应该瓜得噶。冇有错，佢一下未捻一捻佢条颈，跟住话我爱套命耐，咁嗰下已经未捻咗佢嘅。咁 suppose 你一个正常啊嘛，应该已经系收咗皮噶啦。仲要千岁妖手唔系嗰啲二打六三流嗰啲高手喎、啊，系嘛？咁唔系，但系佢有讲嘅，啲冇半点落力嘅，跟住收一收。但系啊，你跟住你咁样一嘢揈落佢嗰啲墙嗰度啊，个头冚落去佢都死啦。仲要呢度其实应该咁样状况咧，应该颈骨应该系啦。我又想讲埋啦，系咪你正常人咁冚落去颈骨都断啦，系咪？卒之人佢最惨系用呢一个角度咁撞啊嘛。如果佢系直线咁去至多都系啦，背脊撞咁我唔出声系咪先？你就系撞头啊，大佬。而一个颈系咁样侧咗，应该个颈应该啪声咯。系啊，正常人啊嘛。系啊，冇晒功力喎、啊。冇人高手我系唔得意佢，但佢一个普通人。但系其实有样嘢赞翻嘅，系佢可能听咗对上嗰几期咧，知道龙虎义勇门冇鬼喺度咧，今次去呢度咁多鬼嘅地方有阴气喺度啦。系啦，咁嗰、那个吸音色系真系系靓嘅，咁但系因为你对住个对手系道祖，咁其实我觉得道祖有啲屈机嘅。一嚟就唔知点解咁迟先出嚟救佢哋啦，咁啊二嚟就啱啱食紧早餐嘛，听到咪摆低双发声行出嚟咯，系咪？二嚟就一招就搞掂咗个妖极灭世，喂，其实喂呢、這个千岁妖手冇戏做、啊，纯粹系蹬脚咁蹬，纯粹。其实上期已经可以话收佢皮啦，你谂下，阿焚天用嗰个咩？唔知咩灵仙灵，因为嗰啲嘢听到佢响冇听到咁远，系啦，其实嗰阵时应该收佢皮啦，都唔知有咩用。但系又冇、啊，但系其实呢几期佢嘅出现真系，我觉得真系可有可无、啊。佢又唔系教兵就天天套神法，又走过嚟咁样搞嗰几个老爷残兵，转头撞埋道祖收埋皮，纯粹系蹬两三期咯，系、啊，俾我感觉系咁咯。因为佢冇戏做噶啦，佢仲可以做啲咩啫？佢又话成日话我最终嘅目的系要搵焚天邪神找数啊嘛，佢又走嚟呢度咁样俾人毒到收捻咗皮，系嘛？唔系最惨系凭佢咯，即系你见到佢无论系武功定智力，焚天邪神真系唔知道，即系当佢小朋友。我都系唔知啦，有样嘢有古怪嘅，跟住轩辕龙啊俾阿魔佛安排咗唔过佛啦咁样，跟住。又话唔听佢摆布，但系又听晒佢讲，跟住嗱最戇鳩嗰句说话咧，我啊想同大家即系话要读俾大家听一听，就系话我已经想通东条铁缆要你学《易筋经》嘅意思啦，就系要对付焚天。哇！我屌你咩？就算你唔讲呢句说话，你嘅最终目的就系想人所有人围鸠阿焚天啊嘛。你咁样讲，我觉得成单嘢好交咯。唔系，但其实纯粹问一个问题啦。嗱，焚天易筋经三花聚顶吓，咁就算阿轩辕龙，即系佢练咗易筋经，短时间里面对付到焚天咩？我唔知咯。同样嘅武功，嗱，如果正常同样武功，隔食隔，唔系，即系同样武功嘅话咧，大佬一定赢晒二佬噶嘛。系啊。即系同一路嘅嘢，咁你我当你练尽咪白级，系嘛？你练到上黑级啊？咩？八周天三花聚顶，系咪啊？冇可能啊，大佬！你话你练到金钟就十三关，我都仲即系有啲机会，系嘛？嗱，呢、這个都唔算最交，最交嘅咧就系、是，喂，阿焚天走埋嚟，话救你啊，话隐瞒唔到啊，跟住又摊牌啊，跟住我最憎嘅就系你啊。虽然你最憎嗰个系我，但系我都要救你啊，咁样。跟住就，唉，我真系唔知你两条捻样喺度做乜捻嘢。唉，其实我反而咧，纯粹一个假设性，其实会唔会根本经本成嘢恩爱成恨先？佢讲到有少少似咯，佢讲到咁有啲似嘅，因为佢系基佬啊嘛，唔系，但系首先系阿魔佛先基先嘅、哦。唔系，可能佢本身都系好啲味嘅。咁焚天邪神咧。啊，可能细个嗰阵时即系又表现到佢系唔系挛嘅，咁令到经过成日好愤恨咯。哦，咁可能下期补完呢一单嘢咁咯。咁嗱，因为除咗阿老冯讲嗰个原因之外咧，我真系谂唔到你两条捻样喺呢几页嗰度讲嗰啲乜捻嘢，我都唔知道真系。
我睇得到，哎，瞒住你嘅嘢好多，哎，你要乜乜乜乜，我背后所做嘅嘢你知咩？跟住又话佢又扮知扮唔知，跟住哎呀佢又呕晒血，我又而家嚟救你，系嘛？跟住哎呀我哋去唔哥窟又点点点点点，跟住你乜嘢我都计算好晒，点捻样啊？计算好晒我真系唔捻信咯，所以好无解啊！你呢几页嗰啲对白啊、性啊嗰啲，我真系睇到唔知想点柒样。唉，咁我都你真系快捻啲完捻咗佢好捻过啦。系嘛？你系完全捉摸唔到佢想点搞咯？我九唔搭八咯，成八页，即系我就讲一次嗰几段嘢。如果大家有睇嘅，又有买嘅，嗰几页嗰啲对话咧，真系好捻戆鸠咯，系嘛？我唔使出啦，我喺度噶啦，你上嚟啦，系啊，我未走啊，吓、啊、你上嚟网台啦，有地址噶啦。好，咁啊，讲完五四三二咧，咁啊，等我再呼吁下啦。嗱，如果各位朋友咧方便嘅话咧。可以帮手检举下呢条冚家铲嘅，系啦。当检举得多嘅时候，佢成个嘢会铲走噶啦，系啦。而大家直接响即时通讯嗰度揿嗰个人嘅 account 嘅时候咧，咁就可以有好多选择俾大家嘅，系啦。我等你啊，唔系你等我啊，你上嚟啦，系嘛？我开门俾你，好。想喂英雄十八啊，老孔点睇啊？英雄十八，唉，唔系一个已经同呢个香港市场脱节咗嘅，系寄望，其实真冇乜寄望咯。我其实唯一个亮点就系阿胡少权重出嚟咯。但系胡少权好嘢嚟噶，我觉得系啊。但系阿玉帝真系唔好似你个排头。唔系嗱，你首先英雄十八咧，咪有十八个主角先。十八岁，我估系。咁啊，你讲得啱嘅。咁啊，十八条友出嚟就即系有十八个人设就比较系难啲嘅。我都知道。咁啊，英雄十八岁啊，我估呀，唔出奇啊。咁啊，但系大家望一望后边嗰啲圈稿咧，都属于系圈稿嚟嘅。一般般咯，我觉得。唔系，毕竟啦，其实胡少权都自从大道之后，好似都有段时间销声匿迹嘅。咁而事实上啦，都胡少权系陪住我哋长大嘅。佢八十年代尾啊，九十年代初啦，响玉皇机构啦，做过街游霸王，好似接啊陈伟文嘅，跟住又响嗰时好似系咪响怪儿走，好似定时定有稿嘅。跟住有天下无敌啦，跟住后屘去咗画咩大地之王啦，跟住兜兜转转去咗玉皇朝，跟住主力好似系画嗰啲武侠小说改编漫画啊嘛，系天龙八部，跟住系神雕侠侣，跟住系大雄新龙传，其实胡少权系唔错噶。唔系，如果大家你睇翻前期嘅《大雄新龙传》咧，直头系劲啊，唔系唔错咁简单，系好劲。我成日我好记得有一版就系好似大概十零期到咧，就系阿杜伏威追击双龙嘅时候，有一个跨版，嗰、那个跨版啲景真系好靓，佢所有叠嗰啲马又生动啦，嗰啲佢打烂咗嗰个马车入边嗰啲木啊绳啊嗰啲咧，全部系不规则啦，弯弯曲曲啦，咁样系有好动感，好犀利嗰个跨板。但我就反而有啲睇法，有啲唔睇法，因为当时胡少强喺玉皇朝，玉皇朝都系一个大机构啦，佢个资源多，人都多。你喺嗰刹那，其实好大程度助理都有关系。系佢有讲嘅，当其时大雄双龙出朝头系用两原本身有一组啦。系加多两组助理去帮佢一齐去砌个景嘅，即系呢个系真嘅，即系成三组人去砌嘅。所以如果纯粹要睇佢个人嗰个质素啊，即系最凸显佢个人嗰个质素嘅话咧，反而系94年嗰个天下无敌，因为佢当时只系一个算系第一次嘅个人作品啦。之前佢街霸都系天下无敌小剑仙，即系陈信贤嗰套。唔系。嗰、那个系一几年嘅，系2009年2010年嘅。嗰、那个我讲嗰个天下无敌系94年，文迪翻咗文化传讯之后咧，用老祖宗再二次创造一个新嘅角色人物出嚟嘅。系嗰本书因为当时咧都系一个实验性质啦，所以佢嘅助理人数咧其实就冇后屘大雄都咁多。系喺嗰度更加凸显到咧，阿胡少权嘅质素系几高咯。系啊，冇错，阿 Tony 讲啱啊，就系《猎王》中嗰本啊，
哦，念忘咗我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但系我好似可能我要再睇翻先知我有冇睇过啦，因为有阵时睇咗唔记得噶嘛。啊，咁其实我希望英雄十八就有啲嘢睇下啦，唔会就因为又系六十年代，即系有好多网友话六十年画翻六十年代，即系画翻小流民咁样。咁我其实又唔想嘅，原来你即系原来阿黄生你兜兜转转转转兜兜谂嚟谂去，思前想后前前后后都系想画翻龙虎门嘅，咁就唔好啦。你怀念你系咁。而家咁嘅风头火势，咁嘅环境嘅，你不如直头屌攞翻龙虎门自己嚟画好过啦。咁我谂而家个难度应该会系细咗咯，我觉得啊。同埋你攞翻嚟嘅呼声都几高嘅，应该会升书咯。咁啊，五四三二就其实真系冇咩好睇噶啦，冇意思嘅。我又睇到开头我对阿袁阿都野虎同埋轩辕龙都有啲投入感嘅，而家我真係冇撚辦法投入落去。跟住焚天邪神又上期又焚天大合，今期兩條撚樣唔知喺度又屌屎忽又唔屌屎忽，咁究竟屌唔屌屎忽呢我都唔撚知。就係阿經管就想俾個屎忽佢屌嘛，但係焚天焚天唔屌佢嘛，仆街！唉，真係唔知想點係咪啊？你講到最尾原來兩條基佬啊咁樣啊？唔係兩條基佬一條嘢，你唔好砌焚天山豬肉。系啱，冇错。唉，系咩？嗰时仲未胡少权噶，嗰阵时系龙哥啊，我唔记得啊。我唔系，好似佢有份噶，好似佢个制作名单长期都有佢，系咪咧？嗱，我记错咗啊？唔系，应该唔系喎。嗱，因为如果佢嗰、那个合约接住嚟啊，咁大唐双龙主系接神雕侠侣完啊嘛，咁应该佢直接去。跟嗰个计划，唔系我冇记错，制作名单咧，开头龙哥系美术主笔嘅嗰其中一个嚟嘅，跟住就弹咗上去叫美术总监咁样，我印象中系咁上下嘅，跟住就有转主笔嘅，胡少权就去到中，好似成去到后屘冇去粉画，系咪咧？唔系佢应该系成个时间都系佢嘅，好似咁冇诶，我得闲再 check 翻先，唔系查到噶，因为咧，因为对唔住啊，有啲网即系譬如上网睇嘅时候咧，好多时就系净系得个内文，跟住就冇后边噶嘛。啊《大唐双龙传》咧，大部分咧都有最尾嗰页嗰个出场名单嘅，即系人工作制作人员名单嘅都有嘅。其实唔难查嘅。唔系，因为本身阿胡少权响玉皇朝咧，不嬲嗰个佢负责工作啦，就系负责。冇小说改编嗰本书啊嘛，系《天龙八部》啦，跟住《天龙八部》完咗，跟住就系《神雕侠侣》啦，跟住《神雕侠侣》之后，《大唐双龙传》应该佢系跟，即系佢系跟呢个计划行噶嘛。系阿 Angus 都好、啊，《桑拿十八》都 OK， 系嘛？同阿姑同阿新姑爷仔并驾齐驱出两本，有谂真系有谂。好，跟住五四三就讲到咁上下啦。跟住系乜嘢啊？跟住应该系妖怪道，妖怪道。嗱，咁讲妖怪道之前咧，先讲一讲我哋嚟紧星期一个节目预告啦。系啦，因为因应咧，即系原本我哋其实早两个礼拜前就讲话会有相关节目，就系讲港漫改编游戏，系因为大家有投票噶嘛。咁本身咧就由上个礼拜啊，今个礼拜一，整个今个礼拜讲嘅。系咁，因为俊哥。系就又飞机咗，系对唔住啊！系啦，放飞机之后咧，就将呢个投票延到下个礼，今个礼拜五嘅。但系因为有一本创作呢个咁大嘅事件咧，我哋就决定咧，下个礼拜一再抽调翻咧嗰个节目，再褪去之后个礼拜。系咁，下个礼拜一会讲咩？就系、是、悼念一本创作嘅特别节目，咁会回顾下一本创作嘅重要创作啦。同埋都会分析下，如果一本创作响呢个 moment 完结咗之后，系《神雕侠侣》好似唔系牛辉，应该胡少权。我记得系胡少权，唔系牛辉嗰阵时应该画紧《龙虎门》咯。唔系《龙虎门》未到，未到啊！《神雕侠侣》啱啱出场嗰时系《龙虎门》都未转版权，仲有文化传讯，系咩？系啊，哦，《神雕落去》应该系99年11月定12月左右出嘅，新照龙虎门系2000年6月噶，系啊，神雕侠侣唔系牛辉最开头咯，系一定唔系牛辉，应该系胡少权。嗱，我做老凤啊，老凤啲记忆力系劲嘅，吓，咪甚至乎可以抄一抄个漫画咯，系啦、啊。
好，我哋嗰个星期一嘅系咪交代咗啦？系啦，咁应该仲会可以俾大家 work 封烟过嚟，即系系讲啦，下你哋对一本创作嘅即系睇法啊，系啊，咁样咯。咁我讲完本书之后，先同大家一齐即系分享我嘅睇法啦，即系阿和仔嗰单嘢嗰度，我最后先讲啦，咁样。就咦，神武又嚟咗，你话家产。我都冇视佢。咁呢几正嘅呢一版，我觉得，因为佢唔系，介绍我咗，想讲两句系先。好，OK，好。咁神木啊，唔系，其实咧，我话搞外传，起码有啲网友会 support 我，觉得我做得好咯，好过你条蛋散咧，同人哋话咩称兄道弟，识咗 N 咁多年，拗到上门，拗到脚底都穿咧，人哋都唔 show 你，其实你真系好失败咯。唔系，即系其实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叻嘅，但系见到你之后，发觉我真系好卵叻。我坐喺度，人哋都会上门揾我，你就挨到咧，即系舐完鞋底、舐完鞋面，再舐人屎忽咧，舐埋屎眼，人哋都唔揾你。其实我系咪真系好卵叻？系，唉，冇比较冇伤害啊嘛，冇办法，真系唔好系意思。啊，咁所以咧，即系唔好意思，其实咧，我一路都唔觉得自己系一个聪明人。聪明人，但系咧，因为即系有比较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咦，原来我自己都几醒嘅，应该系嘛？我真系觉得系嘛？即系因为点解我觉得自己醒咧？就系我成日都谂住一样嘢，就系如果我做衰嘢，俾人发现咗系唔得嘅。咁我谂到呢样嘢嘅时候，如果我咁样做，俾人发现咗，咪扑街，咁我就唔去做。但但有有，人就明知自己蠢都要。佢成日以为啲人唔知啊嘛。咁但系我唔系，我就好惊人知我做衰嘢咁，所以咧，因为我做衰嘢就一定会人知会发现噶嘛，咁就唔做，系嘛？如果除非我100% 觉得自己一定冇人知咧，咁我就会去做啊。咁其实我都有做过衰嘢嘅，咁但系冇人知噶嘛，系咪好似华健咁系啊？嘛？喂，华侨有人知喎、啊，老细，系咪？唉，买总好过你本白虎门咯。唉，算啦，你讲乜都冇用噶啦。即系你，我其实我真系好唔明你喺度留言喺度讲呢啲。即系讲真，呢度200几人，即系个个点？都知道你啲衰嘢噶啦，你讲呢啲唔会有人理你咯，其实我哋好重视你噶啦，已经唔系嗱，讲真嘅，真系好老实，我哋系咪一场朋友先算系？即系嗱，严格嚟讲都系嘅，如果你个节目真系唔掂嘅话咧，我哋真系可以俾你做个节目嘅，就用翻神木坐花厅，真系嘅。如果你真系唔掂嘅话，出句声。即系我哋念在都叫一场相识咧，开翻个神木坐花厅俾你做又点话啫？系咪先？系。我唔介意噶，你咪上嚟咯，系嘛？你敢上嚟咩？你够胆上嚟咩？系系啊。咪？你救咗你自己先啦。喂，Hello，发哥，喂，我哋又见面啦。喂，Hello。哎，I miss you 啊，系嘛？冇钱咪冇货，唔紧要嘅。唔系，因为头先有啲网友话，如果神木一出现咧，就会放金俾我哋。唉，系 啊，所以其实我系某程度要多谢神木嘅。系嘛？系啦，你努力经营自己嘅频道啦，加油啦，系嘛？咁应该系对自己嗰个频道负责啊嘛。你走过嚟，你唔会喺我度 out 到人过去你嗰度睇噶，系嘛？咁俾幅相大家望下先。系。系啦，呢、这个就系《神雕侠侣》创刊号嗰个制作名单。咁啊，主笔系胡少权嘅，美术总监系一科龙，系系啊，监制又系嗰位啦。系大监制，系啦，咁啊，所谓主编就阿玉帝。咁其实就有啲怀疑，系咪阿龙哥负责咧？唔知应该系阿黄生圈波波咯，跟住圈波波，嗰阵时佢嗰阵时唔系仲有神兵天子喎，呢本第三本喎。佢圈四本都冇问题噶，真系圈波波噶咋，写住佢净系。不如你转翻我先。系，OK。细细个圈咧系头，跟住大啲个圈就系身，跟住咧用三个圈就等于系膊头后膊头手臂前臂系咁噶咋，真系波波。有货金，哎，多谢多谢，多谢多谢，系搞 B 啊，冇市场啊，大佬都冇市场喎。反面啊，搞呢啲真系反面啊，同埋。
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有个网友呢，曾经呢就带嗰啲嗰啲原稿嗰啲簿呢俾我睇呢，佢话黄生呢圈稿呢，如果係俾圈俾邱福龙嘅话呢，全部係波波，即係简单圈住最多侧边有个名嘅啫，跟住就圈波波，跟住就全部係阿龙哥呢係跟住负责去勾返晒，真係勾返晒个草稿出嚟，跟住再掉俾下面做嘅。咁所以嗰阵时黄生圈四本五本都系冇问题嘅，全部圈波波嘅咋。但系佢有个构图嘅，都有构图嘅。咁啊，龙哥都有讲。最惨系，就算个圈，即系坦白讲啦，圈就其实虽然唔难啫，但系都知阿玉帝几多嗜好噶啦，又要同人，即系同阿咩可能黄百鸣啊、咸虫啊，佢哋有可能得闲食。嗰阵时已经冇唔 friend 噶啦，嗰阵时。九九年应该唔系九年都 friend 嘅，杨秀成佢成日拍住阿杨秀成成龙啊嘛。系。佢应该去到08、09年之后打后先。冇得玩咯，但系九九年嗰阵时应该仲玩紧嘅。系，咁唔系，但系佢圈波波真系好易嘅啫。但系你构图咯都要。你谂下黄生几多嗜好啫？噶，我唔知有边条女，唉，应该冇啦，系嘛？嗰阵时好似魏思培嘛。系咩？哦，系啊，我所以嗰段时间九十年代未有冇咁得闲先，唔好话圈波波啦。咁啊，真系忙啲嘅，即系可能波波有机会波波都冇嘅。咁啊，而家波波真系正啦，而家。波波是排我心目中的沙律第一，波波就第二。哪个是波波？哪个是波波？你现在即刻我讲过妖怪道，你即刻 search 就咁在 Google 把波波就知道了，跟住揿图片就知道哪个是波波的了。我只记得上次我介绍你看那个叫波波的。不是，这个波波都劲的。喂，封面劲的，今期是靓的。你睇个波波先。文嘉文啊？哪里？看不到的。啊，哈喽文嘉文啊，Woody话。是不是在这里？看先惯了。没啊。多谢 Angus， 有货金。多谢之前。喂，多谢。喂，讲返内文先，讲好了没讲好了。这个王正明。是啊。嗯。我挺喜欢他这个的，他因为他 set 晒全部的不朽者那些特征，譬如原始天尊就灭亡破坏。咁啊，和仔就中庸平衡啊。创造保龄天尊就创造啦，跟住就这个哪吒就自在自我啦。但我就唔鍾意这个无上老祖写万物有罪。咁如果你咁讲，即係佢唔係奸喎，你咁讲万物有罪喎，老细。搵到。吓嘛。当然有位网友係有位网友知我唔知边个，所以等 send 咗上嚟。波波系正嘅，波波系个波波啊。咁啊！但系跟住啊，好似有系咪呢个系咪贴纸嚟嘅？贴纸嚟嘅。我以为系嗰啲咩班嘅。唔系。咁啊，无上老祖啊，出咗个无上天道嘅罪星归元啦。咁就硬冚呢个狂王嘅阿修罗摩刀啦。咁样。系多谢支持。喂，多谢关先生，多谢。好，跟住就大爆咗一下之后咧。原来苏摩系可以复活嘅。咁我又想问下，系咪其实全部嘅阿修罗都有呢个 function 呢？定系因为狂王佢俾咗啲力量？系啦，我就系咪佢有特别嘅嘢搞咗佢 ？Man 哥啊，系啊，见到啊。哦，系喎，见到啦。喂，系，多谢文哥。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倾下咯，系啦，即系你想睇星期一系封烟，系啦，星期一。喂，星期一得唔得人封烟倾下偈啊？星期一啊，咁啊，咁我想就系想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究竟即系系咪阿修罗摆法，即系可能或者系短时间内将个头黐翻埋一齐，佢就可以有呢样嘢咧？但系定系要有嗰、那个斗魂要烧到咁上下先至可以有呢，咁因为佢係黐返嚟。阿杨家峰都 OK 有咩。哎，多谢。哎，多谢。因为呢佢一开始擘大眼嘅时候呢，佢就全身唔喐得嘛。跟住佢就燃烧佢嘅斗魂，跟住佢有啲图片就即係将啲即係啲血管黐返埋啦，跟住喐得返啦咁样。係咪要个斗魂够劲就可以有呢？咁就。定系要两个条件都符合呢？嗱，假设有 A 就系狂王有呢个特殊能力，令到边个都复活得 ；B 就系本身要嗰个人嘅斗魂够劲先得，又或者要 C 就系佢两者都要同时有先得。应该要会唔会又系同99鬼入咗嗰个船度又有关系呢？
系嘛？嗱，其实啱啱都数个日子嘅。如果农历新年前咧，即系当呢本书完嘅话，咁应该就有17至8期左右嘅情况咯。系，系啊。啊，星期一发稿，啊系喎，星期一发稿，偷少少时间咯。再唔系，到时一早录咗音，跟住喺度大家倾，即系当喺节目时间播出嚟咯。啊，或者你上嚟倾下偈，我都 OK 噶。啊，你讲就得噶啦。系，好。跟住另外有样嘢就几抵死嘅，就系即系啊呢个无面就无颜就俾阿韩王劈咗一刀，佢就身受重伤啦。跟住阿奇异博士就冇事啦，但系跟住奇异博士就竟然系选择就撤退啦。咁我觉得就唔系，其实佢最重要系佢真系惹到出口啊嘛。系咯，咁点咧？有啲古怪喎、啊，我求你啦，恳求你啦，咁样，但系你去搞人哋屋企咁样。咁但系而我就咁睇嘅话咧，应该阿虎基咧就应该系唔够呢个奇异果博士抽嘅，就咁睇嘅话，但系。所以我就觉得佢个撤退理由就有啲古怪，究竟系咪有啲后着性嗰啲咁咧？但我又觉得条数应未必咁计。嗱，如果以呢一刻啦，郭星应该全军覆没咁就剩翻个两丁友啫嘛。系，咁以阿修罗嘅情况，就算虎机一个唔得，咁其他人车轮战车到阿奇博士晕咗都得啦。咁都系嘅，咁因为阿修罗都几恶啃嘅，系嘛？系啊，仲要大佬成队喺度。好，跟住就其实呢，你话狂王同无上打嗰一 part 系咪真系好睇呢？其实系劲嘅，但只不过其实有好多角色嘅对碰都系用呢一种画法呢，我觉得就有少少系千篇一律咯。因为其实讲真，佢啲分镜啊，打啊系有动感嘅，但系变咗就系反而有个重复性，就系佢全部所有嘅重要角色都系咁上下，咁只不过系又微调咗，就系譬如阿无常佢系有招食血化雾啦，你中咗之后咧，嗰啲血就会系减低啊，咁即系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唔同嘅招式啊，咁样，咁但系冇乜特别咯，因为其实一定系即系有啲反高潮，即系今期系你打我，下期又系我打翻你咁样。咪事实上啦，本身佢用呢招食血化雾，或者系即系令到阿狂王意图或 Kill 扣佢血啦。但其实呢招两双刃剑嚟嘅。系啊，其实抵死嘅，因为之前有人讲过，阿狂王啲血量越少，即系 HP 越少，咁个战斗力系越高啊嘛，咁样。咁其实系好睇嘅，但系我觉得，因为可能你摆喺之前，阿拿加嗰个已经系太过劲啊，变咗就系狂王虽然系劲，但系变咗就冇乜俾我特别嘅感觉咯。因为如果大家其实有买有睇嘅话咧，其实文九云解释咗啲嘢，系值得同大家研究下先。我觉得系因为99鬼嘅阿修罗系特别嘅。在斗魂燃烧嗰阵死，应该先有再生力。狂王细个在船都可以不断死，唔系狂王细个不断死，佢应该是一个喺嗰个结界入面，喺个船，佢讲明喺个船嗰度，吓喺个船嗰度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咯。即系譬如喺个船嗰度，你死咗就翻嗰个位，你死咗就翻嗰个位，可以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咯。咁但系咪呢个重复可以带喺出边嗰个世界呢？系吧？咁嗱，呢样嘢其实咧，应该要揾阿和仔出嚟问一问佢嘅，究竟呢单嘢究竟系点样安排啊？咁同埋佢如果阿文嘉云咁解释咧，其实都有个可能性嘅，入得去99鬼嗰只船嗰度咧，都系一个当系一个进阶啦。系有呢个进阶嘅能力，可能就会喺斗魂燃烧嘅时候有再生力。但如果未去到呢个 level 嘅话，就算佢斗魂燃烧都冇呢个效果。系啦，即系就要首先。第一个门槛入咗嚟先，跟住第二点就要起码都要即系入翻咁上下嘅斗魂先可以有再生力，合理啊呢、這个吓，因为呢、這个应该系最系咯系咯系咯，好咁啊打咗一大轮之后，好咁啊阿和仔啊新收咗四条女啦，又春夏秋冬啦，春夏秋冬啦，简单啲啦咁样，咁啊咁究竟阿和仔喺呢度嘅角色系点样咧？咁佢开头又话系 friend， 跟而家又唔 friend 咁样，跟住但系讲一大轮嗰啲
嗰啖道理讲到最尾，原来又话无上堕落咗，自己要保持道德高地咁样，真系唉，和仔，我觉得咧，本身呢个剧情有两个作用嘅，第一个作用就系咧，用一个旁观者同埋一个有条件做旁观者嘅人，用佢嘅角度去讲，因为如果靠春夏秋冬，其实系冇能力去评估个战役，即系等于。阿仙奴对喂曼城对皇马，喂有阵要搵个劲啲嘅评述员啦。咁春夏秋冬佢未够 level 去评呢场赛事，所以搵咗阿摩连奴同埋哥迪奥拿去评啲，系喎，哥迪奥拿唔出得喎，因为佢带紧曼城，唔可以过去。系啦，咁搵咗个阿摩连奴出嚟评，系咪先？咁杜丽天就做呢个摩连奴嘅角色，咁佢评两大高手。此其一，其二就系佢借呢样嘢带出道德天尊应该仲有一啲后着，其实可能到最后妖怪道其实最后敌人系道德天尊，有可能唔出奇啊！其实屌道德天尊喺我眼中，屌你唔死冇卵用啦，扑街，唔系又搞自己嘅弟子，师生恋又系嘛，冇乜所谓嘅，接受道德嘅灌溉啦，咁样你大家唔记得啦咩？系嘛，你呢、這个真系。是一个新的 terms 嚟嘅，道德嘅灌溉啊，大佬。所以喺呢刻啦，可能佢两个阿狂王同埋无上两脉俱伤之后，无上唔系阿道德天尊，可能另外有一个新嘅阴谋。咁剩翻最后嗰十几期，事实上啦，剩翻十几期啫嘛，17至18期左右。咁觉醒者嗰度死剩两丁友啫嘛，系冇嘢好写噶咯。但系如果突然去到呢刻两脉俱伤之后，然后道德突然出嚟搞一搞，再撚埋最后嗰个大战役，会唔会又可以符合翻嗰个期数咧？可以，咁其实讲真，如果呢一单嘢要写，你写多100几十期都唔难噶。系佢突然间咁急劲，佢收割晒所有支线啫嘛。其实苏摩要打开打多几期都冇问题。其实上期啊，突然即系。事又睇翻啦，但上期一夜清晒班觉醒者，其实都已经有家族嘅先兆嚟。不过我抗志健啊，喂 ，hello， 系，喂 ，hello， 哎，你好，你好啊，系，因为如果以上期我哋后屘事又睇翻，原来佢系一个家族嘅先兆嚟，佢一夜将大堆嗰啲觉醒者收晒，因为平时觉醒者打劫都唔死噶嘛，其实你打多20期、30期嗰啲都继续喺度。第一嘢收晒佢当其实系一个加速嘅先兆咯。咁而平时啦，其实一期之内佢今期先正式埋啊，上期最尾都系啱啱见到面打完招呼未打噶嘛，已经而家扣咗一半血啦。其实都唔系，其实系快嘅，系啊。但系佢打个过程咧，其实唔多精彩咯。唔系因为佢摆响个重点就系一半血量之后先系见真章嘛。即系下期先系真系开拖。真真正正开拖，因为而家冇加成效果，系啦，要扣一半佢先有个，先可以出超边。系，好啦，咁啊，其实今期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嘅啫，即系虽然佢画面上系冇 hea 嘅，同埋打嘅过程系激烈嘅，但系我都系觉得就系因为你之前嗰啲拿加太劲啦，同埋你一路嘅即系打法都系咁上下，我觉得就即系冇乜俾我嘅嗰个狂王嗰个感觉就唔强烈咯，咁样系啊，咁啊嗱，咁啊。其实今期妖怪道最主要都系同大家讲翻，其实和仔个专栏入边讲佢完咗即系妖怪道之后咧，就一本就会解散咁样。咁即系喺 Facebook 入边上有多讲啦。咁有啲比较偏激少少嘅就话和仔离弃读者啊成啊咁样，话唔即系一唔画书，咁你下边嗰啲冇饭开啊，即系搞到佢失业啊成啊，即系上纲上线到和仔咁样嘅。咁我自己系咁睇嘅，咁即系一间公司，咁你营运唔到，杀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冇人做噶嘛，咁同埋又话讲到咩责任问题啊成啊咁样，我觉得喂和仔出书，出书同唔出书，纯粹系商业决定，咁佢冇欠你，冇欠我嘅。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佢而家唔系突然之间话下期完冇完美，佢系。
系嘛？讲到明会呢个古仔完结咗，跟住先翻 band， 同埋佢有应该各位啦，助理应该系有足够通知期，响无论系商业角度或者道义方面嚟讲，又唔会话佢有问题喎。系嘛？咁佢俾晒下边，喂，你有时间，喂，俾晒时间，俾几个月时间，下线你譬如系点样去准备啊，做啲即系可能收咗皮之后点搞啊咁样。咁你都要咁样去入佢嘅。喂，上皇你唔屌鸠佢？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咁一间公司营运唔到嘅话，你夹硬出，佢最后冇粮出，咁边个有汗出冇粮出啊？都唔系一个理想咯，讲真。所以其实我唔明点解有啲人会话和仔不负责任啊，性啊嗰啲，唔系嗰样嘢咯。呢一个指控咧，其实真系好荒诞咯。喂，咁一间公司营运唔到结业，好合理，但系佢亦都唔系突然话结业，俾几个月时间。亦都会完晒成个古仔，好多书一唔掂即刻接，跟住可能连个尾都冇噶。系咯，呢啲你哋又唔及佢嘅。同埋喂，讲真，和仔话要休息，喂，讲咗好多年咯，讲我谂讲咗冇五年都有三四年啦，系嘛。同埋即系以我所知咧，其实佢当其时画完收西游，系咪西游啊？唔系西游，西游跟住嗰本系乜鬼嘢啊？我唔记得咗。其实佢好耐之前已经系想休息嘅，只不过系不断咁接到啲新嘢，譬如有几个短篇，跟住再出住长篇咁样，跟住讲到最尾，讲到开头话想出《杀到二》，《杀到二》佢话谂住《杀到二》都系十零期嘅啫，十零期，跟住佢都话休息嘅，点知就系因为喺大陆要妖怪道要导动画化，咁先至即系由《杀到二》转做妖怪道咁样出，同埋开头同讲话妖怪道都唔会系长篇，可能系二三十期咁上下嘅。系嘛，同埋定三四十期啊，系中篇嘅，咁而家就出到六十期咯。咁你前踏后都挨住差唔多一百啦。如果你唔系差唔多八十啦，咁都属于长篇嚟噶啦。咁即系比阿和仔原本谂住休息嗰个时间，其实仲褪耐咗噶咯，已经。嗯。吓，咁同埋我成日都讲话，即系你创作系会有疲劳嘅。咁你休息我 OK 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喺而家呢一个市道咁差嘅时候，即系你和仔话出完妖怪道就唔再出啦，跟住成班嘢解散咧，系好震撼成个市道嘅，或者震撼晒我哋嘅。咁究竟和仔完咗呢本之后，究竟系唞完？之后会出啦，定系唞完唔出啦？咁唞嘅时间究竟系唞几耐啦？咁样到时出嘅时候系用咩形式出啦？精装啊，周刊啦、啊，咁到时买班点卖咧？搵咩人咧？十分钟前有人批个 mail 俾我哋，系多谢多谢，多谢支持，多谢支持，系啦。唔系咁关于咁，所以对唔住先。咁所以咧，和仔个去向咧，其实真系好好大影响嘅。咁即系以阿和仔后面所讲啦，咁佢唔话唔会完嘅，会继续继续佢嘅漫画工作嘅咁样。咁同埋即系我都有同阿文嘉宏有沟通一下嘅，咁佢都会表示就话佢会再继续出漫画嘅，咁就可能就系另外会去出另外一间公司啊咁样咯。咁但系到时嘅形式系点咧，就真系未知。同埋咁究竟阿和仔会休息几耐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咁半年啦、一年啦、两年啦咁样。系。咁以我所知，阿和仔应该休息一两年都应该冇问题嘅。咁、其实阿文嘉宏都喺个 chat room 度仲同大家讲啦。咁其实吓咁样。嗱，咁喺呢一度啦，其实都介绍翻嘅。其实文嘉宏本身都有其他嘅作品俾我哋睇过嘅，包括可能之前出过嘅《推魔传》啦。咁响之前阿殷老板有个港澳动漫小资艺术嘅场刊度都登咗佢两幅作品嘅，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首先亲身可以过去尖沙咀弥敦道100号对温嗰个 UG2 中庭嗰度睇一睇啦，佢有个有幅画挂咗喺嗰度嘅。咁另外亦都可以去攞啲长刊咧，咁当下欣赏下珍藏啦。系啊，除咗阿文嘉宏之外，亦都有其他漫画家嘅作品咧，喺本长刊嗰度都有刊登嘅。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支持下咯。系咁，同埋我补充少少啊，文嘉宏嗰度啦，佢话和仔之前有情绪病咧，咁嗰个时间咧系画紧《三国二志》嘅，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已经知。
有人话咗俾我听，话当其时三国二志点解可能大家咁唔 buy 啊？咁样就系当其时就和仔就系有唔舒服嘅情况嘅时候嚟嘅。不过即系呢啲系人哋嘅事，咁我就冇出台讲嘅。咁阿文嘉宏讲完之后咧，我就做个补充，即系当时系喺三国二志嗰个时期嘅。吓咁同埋我科复埋黐鸠线啦，咁样点解其实我哋计算系大约4000书就应该系平书数咧，咁样咁点解和仔唔得咧？因为以我所知，和仔嘅下边嗰班咧嘅人工系偏高嘅，偏高可能偏高30至40% 啦。以我所知啦，可能文嘉宏听到就即系更正一下我啦。因为封老总同我讲嘅，因为其实主编譬如阿贾啊，好多助理啊嘅年资系反而系比和仔仲要深嘅，即系和仔系10年20年嘅，和仔系30年啊嘛，30年，咁阿贾可能系40年咯。佢入边有啲警手，可能系讲紧系40几年、45嗰啲咁咯。咁变咗就系佢其实严格嚟讲，成间公司入边可能资历最浅嘅就系文嘉宏同埋阿和仔咁样。咁变咗就其实阿贾都系佢嘅前辈嚟嘅。咁所以佢唔会人工一定唔会系太低咯。咁所以可能和仔嗰边要6000书先围到个皮咯。嗱，而且本身啦，以龙虎门嘅基数同埋长远咁计啦，未必系纯粹用呢个销量去计咯。因为如果我哋嗰个 plan 如果可以销售到当日其一啦，其二就希望可以开拓一啲网上或者系唔同形式嘅出版，系啦。正如头先开始都讲过，想尝试做一啲 YouTube 嘅活动式漫画啊嘛，系，咁如果利用唔同嘅途径去销售啦，其实就可能会多少少方向系啦，因为毕竟我哋唔系净系要买旧嘅读者咯，老读者系要嘅，短期内你要靠老读者维持个销量，但系长远嚟讲要开一个新嘅市场、新嘅形式去吸引啲新读者嘛，因为老读者始终会自然流失。系。你谂下，其实呢50年里面，龙虎门啱坐底有10至20% 嘅读者应该自然流失咗噶啦，系啊，系，咁同埋可能大环境啦，咁啊香港人越嚟越少啦，咁可能买书都少咁啲啦，咁样，因为阿龙神都有讲过啦，阿龙神话移民潮啊，佢都跌咗几百书啦，咁样，佢都有讲过嘅，咁样，但系如果当我呢个计划，其实除咗外传之外啦，其实对整卷个世界观啊或者各方面都有裨益嘅话咧，本身啦，我又唔系完全纯粹用利益嗰个角度去谂呢件事，而系点样可以令个农夫我品牌行得更远咯。系，好，咁啊，哇，今日大家都好喺个 chat room 度都好踊跃喎，咁同系埋，因为呢刹那突然之间，即系虽然啦，佢后面酝酿咗好耐，但系突然间读者群知道呢件事，应该个反应都。即系始终，即系虽然有心理准备，但系而始终要嚟嗰一刻咧，突然间话。系啦，都系有啲 hard feeling 嘅咁样，同埋系震撼嘅，因为其实讲真啦，严格嚟讲喺而家喺香港漫画市度出两本有诚意嘅，对唔住都噏埋有诚意嘅作品，严格嚟讲系得两本嘅啫，《山海》同埋《妖怪岛》。唔系，而事实上，大家响呢个消息出嚟之前，如果现存嗰架公司要瓜嘅话，大家点计都唔会谂系一本创作咯。系，即系可能我哋大家开，即系响早一个礼拜前开盘，可能佢应该系最冷嗰两间公司之一嚟嘅。系，点计应该都有另外几间瓜先咯，但偏偏即系估计唔到。可能营运，可能其他公司识营运咯，系。请和仔上嚟，请嗌咗啦，唔得闲啊嘛，成日推我，因为。睇下文今日帮我问下阿和仔几时得闲上嚟做访问咯，一系我上嚟咯，讲就得噶啦，几时时间地点你 up 就得噶啦，我哋嚟噶啦，系，咁样，唔系咁，我个人啦，其实都好希望阿文嘉云可以继续努力嘅，因为虽然啦，以一本创作嘅阵容嚟讲啦，可能大家都会对和仔或者系贾期待大啲，但系如果你见到每期文嘉云做嘅《妖怪道中记》或者系其他嗰啲专栏。文嘉云其实不断喺度进步紧嘅，我觉得系应该要俾个机会佢可以试下一个个人作品，即系起码大家系认同咯。
好。嗱，咁分嗱呢刻啦，其实大家应该都系同我哋一样咁唔开心啦。毕竟好可惜，漫画响香港漫画其实虽然日益衰落啫，但系买少见少之下，其实大家会有一种兔死狐悲嘅感觉。而事实上啦，真系咁多本最唔应该收档嘅一本系山海，一本系妖怪道。你话复刻中华英雄，咁复刻系旧书，其实佢出唔出，只系对个旧读者群有影响。分中其实都系消费紧旧嘅读者嘅情意结，其实对新嘅创作系冇乜意义。至于龙虎门，其实都系只有卖个品牌。系啦，五四三其实都系消费大家啲旧读者嘅情意结。即系咩？好打望坑，冇时间，冇打啦，冇打啦，唔够时间啦，冇时间。所以你即系听完我喺数嗰几间公司几个作品之外，咁照计妖怪读系绝对值得留低，起码淘汰咗两三本先轮到佢咯。但系偏偏啊，咁嚟紧啦，下个礼拜我哋都会做个特别节目嘅，咁希望到时即系同大家一齐悼念下咯，亦都同大家讲一讲我哋各自对妖一本创作嘅记忆啊，或者我哋最难忘嘅作品咯。吓，咁啊，同埋可能星期一嘅，如果大家真系有感而发嘅，可以封烟俾我哋啦，就倾下即系而家睇下点样咩环境啊咁样。系啊，但我个人就希望阿文嘉云可以，即系个人嘅纯粹个人希望系希望文嘉云可以继续响。即系漫画界系啊，同埋嗱，相比两样嘢，我又要更正嘅，唔系风老总教唆和仔嘅，因为其实咧一路以嚟和仔话想休息嘅时候咧，风老总其实都系一嚟就唔赞成啦，二嚟就系佢喺度讲就话不断咁有工作俾紧阿和仔，同埋即系可能倾紧好多嘢嘅。去到我哋最近上去个公司嘅时候咧，阿风老总同我哋讲都系话佢都系呻下嘅啫，到其时真系咪完到啊？到其时即系唔系你话，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唔系你话想停就停，有啲嘢可能就系你继续要出，即系大陆嘅嘢可能倾成咗，或者有其他嘢，其他工作要做啊，你系要做咯，唔能够话因为我休息就唔去做嗰啲嘢咯。咁风老总俾我嘅信息就系咁咯。最重要系因为有合约呢样嘢，合约精神就即系响现存香港合约精神应该仲存在嘅，系迟啲唔敢包，但系既然签得合约，咁就应该要履行呢个责任咯，系。咩一起有冇热醒？唔知喎、啊，可能有嘅，系啦。我想睇《杀道二》，同埋我有冇同大家讲过啊？其实和仔想写嘅《杀道二》唔系 reboot， 系想写完和杀道世界，但系同唔同人去做咯，即系主角唔会系阿信，或者系阿龙阿虎唔会系咯。吓，同埋佢有个阿风老总，其实有个计划嘅，就系重启杀道嘅红画嘅，因为佢有讲过话点解和仔有好多书，其实翻大陆冇问题啊，譬如好似封神记出动画啊，西游记出动画啊，点解杀道唔得咧？就是、因为杀道题材敏感，同埋大陆唔接受一样嘢，就系唔接受无政府状态，因为杀道佢入边讲紧已经系一个系属于叫做。成个世界摧毁咗再重建㗎嘛。係属于一个无政府状态，所以呢样嘢就入唔到大陆市场咁。所以就一路以嚟点解杀到做唔到动画化就係、是、呢个原因。所以和仔同埋风浩总都有諗过话重启杀到，即係重新画一次嘅咁样，有呢个諗法。但应该而家就好问水啦。同埋讲真，如果你话和仔转精装嘅话啱囉，出火龙囉。係咪你转精装仲唔怕火龙，系嘛？你过唔到，你一过唔到啲读者啦，系嘛，老细，系嘛？好，咁我跟住山海，系点啊？喂，争几个字喎、啊，老细，你漏咗啊？系，唔系咁，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咪开紧盘嘅，系接翻个，即系咁快嘅喂？咩啊？咁快有嘅？唔系我咁不嬲摆咗喺度，不过你平时我等我画先至，等我嗌先 call 翻出嚟系系 OK OK 好。因为上个礼拜我咪讨论过，究竟最后即系呢一个星仔，究竟佢究竟系喺呢一刻佢担当咩角色嘅？其实咧，我开头
上个礼拜股咧，可能佢系诶隐藏波市啦，或者甚至乎可能系去到最尾勾结翻阿神印去打鸠阿勾切啦。咁但系睇完之后，发现原来原来我系唔够了解阿龙哥啊，原来我系，我都系时候要散位吓，唉，真系吓、啊、，Jimmy， 我我试下同我试下 send 个信息。同或者讲一次咯，但系应该都唔得噶啦，应该系嘛？因为其实最大影响力嗰个应该系风老总咯，连风老总都唔能够改变和仔嘅决定，我谂都冇人可以改变佢嘅决定噶啦，系嘛？咁啊，今集就用咗少少页数交代翻啲前尘往事啦，即系因为一直以嚟佢交代咗啲嘢俾阿欧切之后咧，佢同我主线世界系冇消失，极其向啊金小文嗰个先出现嘅啫。系咁，因为咧，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咧，咁究竟少浩嗰个角色系点样定位咧？我觉得佢有少少模棱两可嘅。佢就话好啦，我联络啊猎神军团搞啊神印啦，但系又重兄弟情啦，又唔赶尽杀绝啦。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因为佢趁阿神印唔喺太虚嘅时候，佢曾经翻咗去华胥啊嘛。系翻去华胥嘅时候，原来佢即系唔受欢迎啦。但系就都同个哎呀系啊，哎呀阿叔讲啦，跟住话点样形容好咧？即系佢发现到原来，唉，对唔住啊，佢发现阿神印交咗个墙俾佢阿叔睇，咁啊少浩其实都冇乜好讲，跟住系咁以问候完佢就跟住走咗去啦。但佢又好实在咁快啲去谂点样去帮阿欧切，系咯，咁变咗就系你点样定位自己咧？你帮欧切咁应该系怼死神印啊嘛，但系你其实心里边佢系谂住惩戒阿神印，但往住怼入去。好哇！你好好难拿捏噶、哦，唔系因为如果你睇翻佢嗰个，即系佢后屘知道阿、肥佬挂咗嘅时候，佢个反应都系有啲恶见同埋伤感，同埋伤感啊，系咯。我会定位，即系我咁样睇完之后咧，我定位阿呢、這个叫做阿少浩，多谢霍金，系多谢支持，喂，多谢。唔系因为如果以我睇法咧。佢真系应该都系少左交嗰种，系啦，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左交嚟嘅。我打交你，但我唔会打死你，我只系要你接受法律制裁。但唔系噶嘛，啲人有机会，点都就怼死你噶嘛。系系嘛，但系佢喺呢个时候就带出咗只包，啲叫做咩影剑啊，叫成影剑。哇，几 OK 喎，即系将我嘅力量 double 喎，两倍 OK， 几正，我觉得呢个时候加呢个设定唔错啊，几好。佢哋喺度雕紧一样嘢啫。嗯，我俾把剑嚟，你要帮我手，跟住对方又喺度咦我，跟住又话喂一把剑好似唔够喎，但最差你同事讲喂一把剑唔够嘅时候，你哋眼啊发紧青光喎、哦，系，其实系有趣嘅，佢呢啲互动睇到晒嘅，乜嘢重要啊？因为雕或者系倾条件咧，系一个好政治性嘅嘢嚟噶嘛，系，你点样去？用最少嘅利益换最大回报，其实佢两方都喺度周旋紧嘅，即系你退一步时，我进翻一步；到你进一步时候，我退翻一步。你见到佢嗰个角力咧，系有气味渗出嚟咯。同埋有一样嘢就系阿少浩系点解我话我哋决即系叫做界定佢系左交咧，就系佢想翻华胥嘅时候，人哋话喂阿华胥冇你华身之处，你唔惊有危险咩？唔怕，我哋兄弟一场，扑街啦！人哋就系要对就系争就系、是、对呢一个身份维持啊！点解我同你系兄弟啊？我系不耻同你系有关系啊嘛！你仲觉得就系我哋一场兄弟应该有弯转顶，就所以点解你佢话佢系左真系左交到不得了啊？系嘛？但系都唔系阻交得晒嘅，佢因为都带把成影剑。咁但系我又觉得有啲古怪，成影剑咁捻劲嘅，点解一开波唔 call 出嚟嘅？系嘛？当时未谂到成影剑咯。唉，咁啊唔紧要啦。咁啊，所有神兵都有啲特别技能啦，咁样。跟住啊，呢、這个叫做双柳啊嘛。系。双柳就系因为为咗一把剑而放弃华胥。咁我觉得买一把剑。一把剑同埋喺个华胥入边再拣多把神兵啊嘛，系啊，即系其实佢到最后都系谂办法攞多啲利益吓，咁啊攞多啲利益唔紧要嘅，就但系究竟系唔系真系讲道义咧？即系讲我哋咪讲买卖，除咗讲利益，仲要讲道义啊嘛，口齿
啊，讲口齿啊嘛，即系我应承咗阿少浩先，咁啊要搞阿神印咁样，但其实佢冇弯转。阿即系睇到第29页嘅时候咧，我相信啊，即系我纯粹唔知啱唔啱，因为你系龙君公司嚟，我试下推断阿龙君呢刹那，阿上楼应承咗，其实佢翻唔到转。阿神印怼冧完少浩，怼冧完阿上楼，跟住直接要你班僆。你跟跟你大你做大嗰个瓜咗喺我手上喎，你班契弟跟跟我先。係即係你觉得佢先杀呢两个跟住。杀鸡儆猴。但係变咗你最劲嗰个上楼都瓜咗你嘅其实。你系咪最劲呢其实就有啲保留嘅。咁佢可能有管理或者系。啱嘅你啱你啱你啱。最重要系佢要人多嘛。係。佢冧咗一个大嘅咁但係可以令到成班细嘅贴服佢随份有章。係。而且最大问题佢系佢哋班人嘅阿头嘛，你好多人要睇佢头嘅。如果你做瓜咗佢嘅话，佢哋下面就会谂啊，咁既然阿头瓜咗，我要帮佢报仇啊，定系我搵个第二个老细跟先？系，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想，即系会唔会呢刻杀鸡儆猴，做瓜埋上楼，逼嗰班猎食军团投降，有底？有机唔系唔系？如果你有机会嘅，但系难度系高咯。但呢一你点样可以唔杀啲靓，但系就净系杀啦上楼系有难度嘅。其实等于系嗰啲典型帮会古仔人啫嘛。咁嗰班人打工讲道义啊，定系讲利益啊？系。如果喂阿神印俾咗个餐小佢哋话，嗱你哋过底去呢度，人工就加倍，又或者你哋要帮你前老细报仇，唔紧要，帮我会做瓜你哋。咁你想加人工啦，定系想落去地府打工先？咁你讲都有都合理嘅。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就去呢一个星球纯粹就系灭团，但系对神印就冇帮助，对勾切嘅危机感就冇增加。我都系咁咯。唔系冇帮助。如果假设佢做瓜上头，逼即系杀鸡儆猴，就逼嗰班人投降，咁佢咪多咗好多僆用啊？嗰啲僆用咪废喎，啲勾。即系威胁唔到勾切啊嘛，但系佢如果系佢自己普罗石打勾切，呢班人对嗰啲咩啊百亿啊姚星辰啊神仔啊 K 歌之前，仲要佢呢度可能佢你谂下个封面有咁多个系咁一个地球本身个兵力唔系好多人啫嘛，哦矮多嬲死仗咁样，哦都得嘅。主力战系勾切对神印，咁嗰啲二三线嘅战役咪由嗰班人对阿神仔啊、姚星辰啊、白啲佢哋咯。系，咁啊，但系有样嘢好抵死嘅就系、是、有啲我都有啲睇唔明嘅就系、是、神印就问华胥话：，哎我妈死咗，点解你就俾人掳走咗就冇事啊？咁样，但系原来就系嗰边嗰个掳走咗佢之后咧，就同对方和解啊，咁样。跟住阿少浩系心中有愧之后，耷低头唔出声。其实呢一度系咁鬼奇怪，好古怪咯。嗱，我纯粹分析，因为其实佢嘅人设、出发点、动机、行为其实都唔一致嘅。唔系，其实我觉得系佢呢个铺排呢个画面咧错。系点啊？嗱，假设嗱，大家睇翻第十六页啦。阿神印就话我中意动脑筋，等我猜想一下先。咁如果呢刻将呢一个第十七页嘅第三格褪上嚟第一格，系即系话啊，跟住即刻话我谂到啦，你个扑街家贪生怕死，需要投靠神仙嚟保命，然后将第四格褪到第二格。咁甘愿去做杀无仇敌嘅走狗，我有冇讲错啊？咁但实情系少浩被常先掳走，先最终和解，过中经过难以让神印解释，然后先去翻第五格，系咁就顺好多啦。系啦，因为其实我都睇唔明嘅，有少少睇唔明嘅。纯粹系摆位错咗咯。嗱，如果你咁样讲之后咧，我就顺好多啦。咁我就唔会话有啲唔一致，行为唔一致就冇啦。我就即系睇落系顺翻啲啦。咁啊，即系靠，即系老凤有料啊。系咪要？是不是要献出你个龙军总司令个位俾我先？唔得咯，你最多都系副总司令，除非你怼冧我啦，系嘛？系嘛？好，跟住阿少豪终于即系使出即系真正本领啦。咁啊，皇帝内经就练到叫做成轮天啦。咁我想之前阿皇帝系咪有出过呢啲嘢咧？有嘅都有。佢四廿几期咪回忆阿炎帝阿盘嗰三次战役嘅三个战役都系呢五都系呢五个嘅，叫兜率天、成轮天、上行天、清净天同埋中洞天啊嘛。嗱，应该仲有其他层次嘅，就佢了第五层，佢了第五层啫。吓，
咁啊，另外佢就有个叫做五凤零富，几好啊，系咪先？几靓啊，咁样，因为阿、有五只色嘅凤凰，吓阿龙哥都讲咗啦，呢一版系阿杰多上色啊嘛，即系我觉得阿杰多上啲色咧系灵射醒神啲嘅，佢嗰啲即系可能系色嘅对比度咧，鲜色咧，我觉得系抢啲嘅，特别系好啲。咁啊，最近个招叫五凤朝阳就仲钻研紧啦。咁啊，喺五，但系都大开晒界咗噶啦。其实奥恩就，但其实有少怪怪地。系点啊？嗱，我纯粹问，嗱你咁问咯。嗱，佢应该系集合四凤之力，融合成五彩凤凰嘛。嗯。咁五凤朝阳，咁四合一应该都系四凤啫嘛。四凤朝阳，四合一之后咪第五凤咯。咁佢呢度即系四合一就系五咯。系，但系如果佢四个合为一个，咁其实佢总体应该都系四啫嘛。如果五合一就五凤啫，但四合一四应该四凤系嘛？嗱、就系咁样，四凤合一就系第五凤，系但系个出，但系第五凤同埋一二三四凤咧就可以独立再出，再出五凤，即系如来神掌咁样样啊！你明唔明啊？你明我意思啦嘛？嗱，五凤灵符系总共五色嘛，系即系当黄珠苍白四只四只即系合埋一色，咁照对呢度都系四只，咁唔通我话龙哥唔捻啱咩？你明唔明啊？唔关咗先，系我错，我质疑啊，龙哥对唔住，系咪啊？我应该兜捻到用如来神掌去比较咯、啊，你仲喺度讲我咁点啫？有鬼唔知系四凤朝阳咩，大佬？四合一啊嘛，第二四，所以大家明白点解龙君总司令系龙君总司令啦，系嘛？点啊？唉，好咁啊！其实上楼应该都系几好抽嘅，睇个款就，但系都系嗰句咯，唔能够为勾切加好多压迫感啊！因为其实勾切去到最尾都系对神印，而猎神军团，我当陆峰讲嘅成立，佢操控咗猎神军团都系对佢嘅下线咯，多咗班。但系系啦，但系如果上楼加少号去地星嘅话咧，变咗就即系全部都系围勾切嘅话咧，勾切可能就要一抽三啦，咁就唔同啦，成个玩法就唔同咗。唔系，但系除非因为佢之前铺咗太多关于少号嘅前设咧，你好难改。咁如果系咁，变咗系神印系主角、哦，因为其实系对唔住，唔好意思，因为其实我成日都有个主角论咧，就系、是、所因为主角系负责解难题嘅，咁应该系将所有嘅难题交俾主角去解决，咁先系噶嘛。而家唔系，系变咗神印系解决好多问题、哦。而家你如果你严格嚟睇，我又觉得，我觉得似系一个铺排啊，神印喺呢度应该有啲得益。其实那个情况似咩咧？嗱，唔系啊，我用翻中华英雄嚟做，点睇都唔通佢就系立咗把成影剑。可能应该有啲特殊嘅嘢喺呢度得到咗。系，其实而家呢刻咧，我又会尝试代入翻中华英雄。其实阿、神印同萧浩或者系阿、上楼咧，就好似当年无敌打华英雄之前，同阿刀中不二去切磋，喺切磋过程令佢提升咗一啲嘢，然后佢去到一个万全或者十全状态对付华英雄。系，其实而家呢刻我觉得就似系呢一度令到阿神印本来未完美，或者可能佢有啲仲有改进空间嘅，透过呢场战役提升咗，然后令到阿勾切冇十足把握赢。咁应该会有，你讲嘅会啱嘅，一定会有啲嘢发生嘅。系啊，咁、当然啦，其实阿、上楼呢刻咧就真系有啲搞笑嘅。佢你其实纯粹一个。系演绎啦，你话我站错边而后悔，咁嗰刹我其实已经同你开咗拖啦，我仲要响呢刹那我先谂站错边，咁作为一个猎神军团嘅团长，响呢、這个冇理由咁优柔寡断咯、啊。系啊，咁既然我开得你拖嘅话，我企唔企错边我都冇，即系我已经翻唔到转头噶啦。系啊，我已经买咗大啦，咁唔通我由二应该买细嘛？我落咗注啦，系啦、啊，真系。咁啊，哎呀！死啦！我漏咗妖怪到最尾嗰页添。哦，文嘉文嗰个系咯，哎，真系唔好意思。咁啊，首先我补充翻啊，文嘉文嗰个最尾嗰页嗰个开口得罪人。嗰、那个短片先啦，其实真系好正。因为阿虎基我本身觉得正嘅。系你扮虎基我扮啦、啊。呢、這个好啊，大雄。咦，虎基姐咁啱啊？喂，呢几条友你杀噶？
人哋嚟传道㗎咗，你知唔知咁做读者会以为我哋好野蛮㗎，咩形象都冇晒㗎。唉，富基姐，你有啲唔知啦，呢几条冚包上一睇就知係神棍啦，把口又衰，係咁话打飛機会落地獄，飘唔啱听咪怼冧佢囉。嗯，咦富基姐冇见一排个胸好似大咗喎。係咩？呵呵呵呵呵，可能係因为我再发育啩。咦，唔係喎，你个波摇得咁犀利嘅。会唔会系因为年纪大肌肉松弛先？咁都冇办法嘅，人老咗就系咁噶啦。扑街！你爆仲衰过佢哋，跟住变开咗。咁啊，真系其实几正嘅，因为佢都话得腹肌几有动感啦。因为大家最中意睇嗰啲嘢咧，佢其实系满足到我哋嘅咁样。个动感嘅来源其实一个不幸嚟嘅。系啦，咁啊，希望即系和阿文嘉宏继续画多啲动感嘅俾我哋啦，因为即系。啊，差唔多冇啦。好，最尾讲埋阿和阿龙哥嗰个周记啦，咁样就做炸两啊成啊咁样，其实系劲嘅，唔关事嘅，唔关事嘅。因为平时不嬲咧，阿俊仔都会讲呢、這个我唔系真系，唔系不嬲我个礼拜都有讲嘅。咁其实我系谂住讲完阿和仔之后咧，就补翻嗰个周记，那个周记几正嘅，因为即系你知我中意啲咩噶啦，你今期你真系满足到我嘅，非常好咁样吓。咁啊，龙哥就话做炸两啊，咁样即系连天威爆裂拳都出埋咁样啊，跟住做最尾嘅时候就俾佢个女夹埋，爹哋咪咁捻多事啦咁样。咁啊，我谂应该个女唔会咁粗鲁同我老豆讲嘢啩。其实我有代入噶，咁如果我女咁同我讲嘢嘅话咧，咁其实我都冇乜嘢嘅，因为我自本身讲粗口噶嘛。吓、啊，因为我女而家成日都话闹我噶啦，都唔系，但系啊呢个阿婆造型成日出咧有啲厌咯。下次整个大波妹我叹下啦，阿龙哥啊。咁啊，即系其实阿落山海就非常好睇啦，尤其嗰个周记啦咁样。咁啊，希望有金小文。有金元海系啦，咁啊，但系其实而家妖怪同山海道，即系山海两本都话差唔多完啦，咁样即系打后都唔知点搞，系嘛？系咁啊，得闲就问阿龙哥新作嗰度点啦，咁样嗱，哇和仔嗰度我试下睇，唔系和仔我有揾下佢嘅，但系和仔就比较少复我嘅，咁我其实我多数都系经阿文嘉宏会好啲嘅咁样啊，因为文嘉宏揾阿和仔，和仔嗰个热情度会高啲嘅，因为。其实唔关和仔事嘅，因为和仔本身都系唔系好复嗰啲嚟嘅，就好似阿和仔佢自己本身都有 Facebook 噶嘛，咁我 at 咗佢，佢都未复我嘅，就咁样。喂 ，hello 啊，谢天。喂 ，hello， 跌电视未执先算啦，未事啊？跌电视唔明喎 ，ViuTV 执咗先算啊？唔知啊 ，ViuTV 唔会执啊，跌啊嘛，佢话跌电视啊嘛。get 唔到嘅，上次跌咗落嚟，跌电视未执先算。哦，没门喎 ，A 华肥仔做猪八戒 ，OK 喎、哦，应该都似噶，应该都系嘛？好，跟住啊，咁我抽翻个龙君勇先系咪先？啊，唔系龙虎门个龙啊嘛。好嗱，咁喺评书王之前咧，希望大家帮我哋揿一揿个 like 啦，因为 like 系好紧要嘅。系啦。咁同埋咧，我哋上个礼拜嗰段嗰条片咧，就已经系黄咗标啦，令到我哋个推片比较低，弱低啲啦，同埋即系 view 数都比较低咗啲嘅。咁如果大家系方便嘅话咧，咁就帮我哋揿完 like 之后就分享一下啦，帮我哋推一推片啦，咁样吓、啊、会好少少嘅。咁同埋。系啦，因为有而家出现咗两个问题，系第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哋个订阅人数升咗，系但 view 数跌咗。通常人订阅人数升嘅话咧，我哋嘅后果就 view 数跌，系咁同埋啊呢轮咧好多节目都被黄嘅，咁啊连早几日讲啊李自清作品又黄，跟住讲大雄又黄，跟住老夫书斋又黄，系啦，咁啊希望大家支持下，系啦，希望帮我哋揿继续睇我哋啦，订阅都系好嘅，因为订阅数多咧都好啲嘅，吓咁啊，但系我哋就系逆增长嘅，咁啊订阅数多咧 view 数系跌嘅，咁啊希望大家帮支持我哋啦，咁啊like 数啊不可少噶啦。系啦，咁同埋嗱喺讲书王之前咧，就自肥少少嘅就系大家睇到我喺 Facebook 同埋喺自己都咧都
转载咗嗰个打高尔夫球嗰个嘅。咁如果大家系方便嘅话咧，帮我哋帮我喺个专业度揿个 like 同埋揿个分享咧，麻烦你哋帮我哋系啦，唔使嗱，同埋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去预约咧，佢可以将嗰日咧就免费打 golf 嘅，打几多我唔知啊，你打过去先。同埋咧响我个朵咧，咁系去充值嗰个球道咧，即系佢有啲 plan 嘅，咁就会送两个钟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打下高尔夫啦。咁啊，同埋如果大家即系对高尔夫冇兴趣，唔紧要，帮我去个专业度揿个 like， 同埋揿一揿我分享。咁啊，唔好意思，因为系我屋企人开嘅，咁啊支持下，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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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下嗰个高尔夫咯，就唔系唔打玩下都得啩？就好似咧以前塞落去啊，唔知边个条嗰个窿嚟。咁啊唔太过分啦。咁个嗱，首先个高尔夫球唔系咁样用嘅，第二样嘢嗰个窿都唔系咁样用嘅。啱啱啊！喂，你交俾我嗰、那个窿交俾我啊嘛，大佬，系咪先？我好好呵护下佢啊嘛，唔系塞呢几嘢落去噶嘛，你明唔明啊？而家俾你玩好玩，系嘛？不过唔系几好，玩都玩啊，玩事难忘，你唔玩冇兴趣，系咪先？试咩？试下，大佬，系咪先？好，跟住书王嚟啦。喂，其实书王 OK 啊，今期书王OK 喺边度咧？我想大家一齐欣赏下嗰个无名珠。嗱，剧情啊，对话嗰啲我唔讲住，我想大家欣赏下几页无名珠先。啊，无名珠真系做到即系大奶啊氹啊嗰个效果系几正嘅。嗱，譬如我俾大家啦，我几惊你话波大冇脑啫。佢结固之然啦，咁样嗱，啊望一望嗱呢个啦，咁啊呢个啦，虽然睇得唔系好清楚，但系咧见到咧系大奶嘅。跟住咧，佢跌去后边，跌去个尿兜嘅时候咧，跌去尿兜，佢跌去尿兜嘅，系大奶嘅，呢个 OK， 几好嘅，我几欣赏阿无名珠呢几格嘅演出。嗱，就算去到后边，嗱，对唔住，睇埋呢一格，去到后边嗱，都系大奶嘅，非常好啊。好，咁啊，赞赏完毕，好，非常好。咁啊，一开波咁啊，阿华九公啊，听到电话啦，倾完电话之后就有凶险，未尝不可，即系有啲计仔啦。跟住啊，同阿金牛讲，好啦，咁啊，金牛听完之后，你屙尿啦，咁样，咁冇所谓啦。咁啊，金牛去屙尿啦，因为金牛去屙尿去咗用咗1、2、3、4、5、6、7格屙尿。跟住好啦，咁我想同大家即系问问题嘅啫。嗱，手嗱，咁我当我系我系金牛啦。咁我作势屙尿，嗱，裤链未拉啊，条宾针未攞出嚟㗎，后面有个女人声，我会令你去得畅快。咁我想问下，究竟一个杀手喺一个乜嘢嘅时候去刺杀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呢？咁你唔会，嗱，首先你唔会喺金牛未拉裤链未攞条宾针出嚟之后就会出现㗎嘛。系咪先？你应该等佢屙紧尿嘅时候，真系怼佢啊嘛！其一，其二就系杀手会唔会喺我杀你之前话俾你听，我嚟杀你咧？唔系，佢需要你咧，同个嗱，你系委托人，咁我做瓜人之前咧，就要你喂确认咗，喂你同我个委托人确认咗系咪你先？咁我惊收唔到钱啊嘛！屌你老味，唔捻系啊！攞埋个身份证出嚟睇下先啊！扑街！同名同姓唔捻得啦，屌黐捻线嘅，喂你系要暗杀佢，你系咪应该等佢掹条攞条宾州出嚟屙紧尿嘅人先怼佢咧？佢作势拉裤链，屌你老尾，你急不及待出嚟，喂我去得好畅快啊，系嘛？第二样嘢，阿金牛同阿无名珠打嘅时候，你个臭街隔篱嗰个系边个啊？仔杰啊，你咁捻得意嘅？你又可以阿无名珠又装捻到阿金牛落单一个人去屙尿啊！你又谂唔捻到，其实黑仔杰系第一个入去，金牛系第二个，咁你应该系搏黑仔杰啊嘛，系咪啊？你咁捻得意嘅，你个逻辑喺边度嚟啊？喂，大家你睇下，你倾完电话之后，即系电话入边嗰个黑仔杰啦，啱唔啱先？跟住金牛去屙尿。金牛去屙尿，咁点解冇人？阿无名珠点解会咁撚叻？会见唔撚到黑仔杰入去，淨係见到金牛入去呢？唔系，如果唯一解释就係、是、呢、那个次序上就係、是、黑仔杰首先行开咗唔知边度，跟住阿毛小姐就喺度监视佢两个。
唔会咁杀手，我真系唔会咁猪咯，冇可能咯。即系你点，我真系唔明你点捻样做杀手啊？系嘛？仲要系你一个人去暗杀佢哋四个，计埋阿独眼龙四个啊嘛？我添。同边个啊？嗱，华九公系文烟系、哦，你一个人杀人哋五个，你喺屎坑系咪啊？你喺屎坑已经一抽二都唔够抽啦，系嘛？我已经唔话你画嗰啲画几咁粗糙，几咁乱捻咁嚟噶啦。大家其实虽然阿胡明超画到好捻大波，但系你望下佢上面，嗱，俾大家望一望呢一格，呢一个咁大头你都睇唔到万耳口鼻嘅老细，眼耳口鼻你都睇唔到，系嘛？跟住去到呢一版个无名猪唔知想点，嗱眼耳口鼻又系睇唔到，你系大格嘅，你唔系细格嘅，我唔明点解都系画到咁咯，系嘛？仲要全下边仲系封位添，冇景嘅，系嘛？即系其实我唔想，即系我其实唔想闹龙虎门嘅，但系我睇完嗰个阿无名猪嗰个回忆之后咧，我就觉得。即是一个反社会人格不是用这个形式去告诉大家听咯。他的回忆就是阿毛二是即是旧人物啦，即是已经是挂了啦。哦没讲他挂，就是那次跟阿黄小龙打跌了下去。是。去被阿黄小龙震了下海之后呢，跟着阿黄小龙震烂条天桥，跟着他应该在石屎底下呢，不知就咗甩嘅，但应该已讲晒啦。佢潜咗落水，应该避得开啲石咯。但系冇交代佢喺边。系阿无名无意练如意天经系练到第几转？我想问。嗱，其实呢个一个笑话嚟嘅。139期嘅时候咧，就话佢资质所限练到第五转行人止步啦。但系320几期嘅时候讲佢就练到第六转。系咁，究竟佢资质系去第五转第六转咧？嗯。是不是真的很威力，是不是很怪呢？叻是叻的。不是，即是阿胡生那时候的东西真的。乱咁嚟咯。喜欢五六咯。是吧，咁但是咁有冇讲啊，无疑是有晒七转的如意天经的呢？其实应该就冇嘅。佢应该是当时啊，因为139期呢是讲过一样嘢，就应该佢是开头封如意拜师入去清华帮嘅时候咧，佢系揾大师兄教佢武功嘅。系，咁佢教第五转之后咧，冇得再练啦，就用即系氹阿六万里个仔落去夜总会，一边吹水一边氹佢讲啲口诀出嚟，都系自己练嘅。系，系啦，即系理论上应该系会系掌门啦，或者帮主先至会有第七转啦，系嘛？呢个意思。咁啊，可能佢唔紧要啦，咁啊，可能佢偷到啦，咁样。但既然喺同一个地方咧，睇下佢会唔会偷咯。仲要风雨雨又真系中意女嘅，会唔会出埋色相啊？之类咁。唔系，但系以我记忆所及，阿无意同阿风雨雨系 friend 底嘅。系啊，系嘛？咁所以点解当时阿风雨雨怼冧咗前帮主同埋个仔阿无意，都冇出声。前晚阿钱开眼系一粒声都冇出嚟。系咯。系啊，仲要系风雨意过咗去罗刹教嘅时候，系搵佢哋一齐过埋去当帮拖噶嘛？哦，唔系，开头唔系，开头第一样嘢就首先搵阿，即系佢抢咗清华帮之后咧，就搵阿无意做副帮主嘅。系啊，跟住到阿风雨意开头过咗罗刹教嘅时候，就搵阿无意顶佢个位。系，跟住到300几期阿风雨意冇人嘅时候咧，就 call 埋阿无意过去帮拖。系咯，咁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完个听完个前文后理之后，或者大家系记得嘅话，你会觉得呢一个回忆系好有问题咯，系嘛？因为你话冇阿呢个阿莫啊呢、啊这个叫咩话？无名珠，无名珠就咩打伤阿风妖风如意嘅门人咁样，跟住阿无意就赶佢出去啊嘛。咁其实理论上应该唔会咯，如果系 friend 底，唔系佢呢度系佢惊得罪咗风如意啊嘛，因为佢个女自把自为。吓，佢自把自为走去挑战阿风如意啲靓，咁其实唔系话好大件事啫，我觉得打伤啫，要赶走自己伤。唔系佢佢打输啊，仲要打输埋，系咯。同埋点解我会同大家讲话呢个回忆系有问题咧？就系话阿无名珠个老豆无意极度重男轻女啊嘛，跟住你得唔到父爱啊嘛，跟住就会俾人赶埋出嚟啊嘛。但系俾人赶完出嚟之后咧，就会个旁白好抵死话明珠。彻底明白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父爱，
自此，无名珠对纪纳誓，往后只许成功，不许一切，不容许再有失败，哪怕代价是死。我唔明咯，因为我冇父爱，就令到我所做嘢要不择手段，一定要成功，唔可以失败。逻辑上我觉得系唔通咯。你应该系遇到某一啲挫折，令到自己即系唔接受失败嘛，而唔系话我老豆唔爱我，我老豆唔要我，我就一定要成功咯，唔系嗰样嘢咯。就算你会觉得应该话，应该系成功同父爱系有一个挂钩，咁我觉得成立啦。即系你话，我老豆中意我成功，中意我唔中意我失败嘅，所以我做咩都要成功。所以我为即系我为咗我要父爱，不惜一切都要成功，哪怕代价是死啦。咁我觉得 OK， 而唔系就系话，我老豆唔中意我，我有呢啲咁嘅反社会人格嘢，我觉得完全系唔啱咯，唔 make sense。系嘛？跟住嗱，七转大成 OK 啦，咁啊冇个个都冇乜所谓嘅，即系武功嘅嘢可以偷又得，抢又得，用钱买又得，冇乜所谓，唔系话我特别大嘢。但系竟然嘅如意七转，即系咁你理论上应该系去到咁用金钟罩去计，去到第几关度咧？如果八关半咗吓，因为佢当时封妖咧。系喺180期咗，咪同阿元哉一齐去猎杀龙虎双王嘅。当时阿风妖曾经同阿元哉拼咗一招，系不相上下嘅。系咁阿元兰应该系仅仅输俾易经英兰得半个马鼻，一个马鼻都冇，半个马鼻啫。咁元哉又可以轻易打低阿夜枭，咁应该坐底有八关半水平啦。吓，咪八关，我觉得差唔多九关都唔过分嘅。如果如意七转大成嘅话，我觉得就，但系而家就好似过街老鼠咁样，咁变咗冇嗱，一嚟杀手组织，哇，屌你个杀手组织叫咩会话？死神会，死神会咁卵劲，哇，去亲都奶挞嘅，仲要系完全唔够抽。系嘛？嗱，唯一系好少少嘅就吹心毒龙转啦。咁啊，好似系应该黑泽杰独有噶嘛，应该呢个系嘛？系吓，因为系佢系用无上神功沟埋噶嘛，好似佢有讲过噶嘛。佢喺800几年用过嚟对付阿火器嘅吓，咁所以系本身呢一个咧，应该系我谂属于胡家宝旧著一个创作嚟，算唔算创作咧？即系旧著都有嘅，旧著个名字就叫做《电光毒龙吹心锥》或者《吹心转》，系出过两次唔同名嘅，一个叫《吹心锥》，一个《吹心转》。就系应该系1100几期咁上下啦，啱啱胡家宝接手咗冇耐之后咧，阿石黑龙就唔知应该响打无力狂王嗰次出咗呢一个电光毒龙吹心锥，系咁啊，而家呢个叫做吹心毒龙转系新著冇错名啦，冇用电光嘅今次就系就吹心毒龙，即系第一次系用电光吹心毒龙，旧著就用，因为用佢话要解释俾旧嘅吹心锥进步咗就系。锥就平时系一只手转嘅啫，系阿小龙就融合咗电光毒龙咧，成身咁锥，成身咁转去锥，系啦。咁新转因为独眼，喂黑仔杰有无双神功，无双神功可以将啲招式混合嚟使用嘅，系啦。好，咁啊，黑仔杰就应该今次就 K.O. 啊无名珠啦，可以咁啊，会唔会有后续就睇下下期啦。咁啊，下期我都冇乜点寄望噶啦。喂，多谢，系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好，跟住啊，系都要俾翻一格啊，一格啊，大头啊，小虎啊，好嘢啊！咁啊，个旁白都几有趣嘅，战局已掌握在群英手上，小虎嘅不安与笑却仍未消失。咁其实我啊觉得有啲抵死嘅，你又感应到龙虎门有事，咁点解你又感应唔到阿黄小凤翻捻咗嚟咧？系嘛？可能黄小凤翻嚟先大镬。因为佢确诊，因为佢感染咗病毒，但系唔知道，跟住翻嚟咧，同阿戒仔，喂，倾完两句就戒仔中咗招，跟住阿飞叫啊大水牛都中咗招，跟住全部要去，我原来系咁捻嘅，全部去竹篙湾，全部去大谷洲，系嘛？好，跟住第二个笑话，肥佬，系嘛？肥佬真系好搞笑，系嘛？同埋肥佬最搞笑系咩咧？就系。肥佬袭击嗰个系边个？小谷啊嘛。咁你袭击小谷，系令到小谷功力提升，或者谂起啲什么什么东西。系未变咗，就系开头
最好似新春龙嗰阵时，阿老祖宗落捻到嚟咁啊！阿开头阿失成勇系废捻咗功噶嘛，跟住越打捻到失成勇由黄级打到变黑级啊嘛，系红应该红级添，红级打捻到变黑级啊嘛，咁而家咪又系一捻样咯，即系原来你打我咧系能够令到我功力提升嘅，即系原来奔强嘅谂法嘅套路同中英卫嘅套路系一鸠样咯，系咪啊？我有冇理解错啊？因为佢话找劲灌脑啊嘛，令到小谷嘅思绪受到刺激啊嘛，咁啊令到阿小谷嘅咏春同埋九霄真经出捻咗嚟啊嘛，系嘛？咁同埋咧，有样嘢我想即系同大家唔好意思啊，即系虽然龙虎门就唔应该用物理去讲嘅，就系、是、因为，但系点解我要讲物理咧？就系、是、因为，喂，你理论上一个人坐咗喺度。你应该系发唔到劲嘅喎，应该，但系你又可以射劲，跟住又搞上嗱。虽然佢嗰啲咩上攻下接嗰啲咧，即系又系有文有路系呢样嘢嘅，但系系咪应该其实企喺度先至可以发挥到咧？系坐喺度，至少都系。但系你而家瞓两度啫嘛，你小谷瞓咗喺度，咁如果你小谷瞓喺度都咁捻劲嘅话，你企喺度，屌你咪打捻赢黄小虎？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吓、啊！如果你明白我讲乜嘢嘅话，你就会唔明斌强喺度话紧乜嘢咯。即系你咁简单嘅少少物理，喂大佬，喂个肥佬 support， 喂呢个肥佬系好捻劲嘅，系嘛？边个咁捻劲嘅肥佬，竟然系俾一个，哎，屌你老尾系傻閪閪嘅，屌你又冇功力又成分啦，一个植物人咁捻样，咁捻样俾你即隔开只手。喂，你什么死神会是什么杀手啊，老细？你全部翻屋企瞓觉啦，唔该，出嚟献世啊！研究下紧小谷，嗱，小谷四百几期嘅时候咧，即系369期掟咗佢去美国读书啊嘛，系，跟住去到马修零四百几期出嚟嘅时候，话佢喺美国咧，一位陀掟咗过去美国养伤嘛，咁啊教咗九霄真经同埋咏春俾佢两条女，系，咁马小玲咧就开嚟出第四章，跟住唔知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就话佢已经练到九霄真经第五章啦，系，咁理论上小谷应该唔会超过九霄真经第八章啦，系，除非阿韦陀唔知点样嘟完佢帮佢通咗嘅啫，冇应该唔会嘅，咁但系纯粹谂个问题，照到你九霄真经可能第八章应该系八关咗水平，佢一定冇第八章啦，睇佢嘅款。你谂下，如果六至七章啦，顶笼噶啦，应该冇。你谂下，阿小谷佢嗰次咪俾苍龙个手下夹咗嘅，系苍龙个手下嗰个功力应该七关左右啫嘛。咁即系佢系六章顶笼系六章咯，或者五章系嘛？咁理论上佢应该一嚟应该摆脱唔到啦，系嘛？第二样嘢就系阿桑比讲嗰样嘢咩坐莲可以发劲？喂，你有冇睇佢嘅姿势先？佢而家唔系坐莲嗰个姿势啊嘛，佢系塌咗喺度啊嘛，老细呢样嘢先无解啊嘛。嗱、啊，跟住呢个边个啊？阿薛飞，即系虽然我都几中意薛飞呢个角色嘅，但系我睇落真系唔起劲咯，系嘛？但系都系出咗两格。好，跟住气郁嚟啦。系嘛？阿网友都有讲啦，阿无名猪有回忆，阿奇迹冇回忆。嗱，其实咧，点即系上个礼拜我咪讲话阿奇迹啊、浅见啊、成啊嗰啲嘅。我急，喂，多谢支持。即系你讲咩浅见啊嗰啲成立就 OK 嘅。咁佢用咗个好笼统嘅说法啦，就係、是、你喺韩国害死咗咁多条人命，其中一个就係我个仔。咁所以呢我就要而不得你死。嗱，如果係咁，我其实嗱我 OK 嘅。但如果係咁嘅话，咁你系咪155啊？咩155？喺韩国害死咗155条人命啦嘛。系咪155条？点解144啊？我睇唔记得咗。啊 ,144。其中之一，咁我想问下，系咪跟住嗰143都会揾阿黄小龙报仇呢？哦，可能佢系其中有啲冚家死晒，冇人帮佢报仇咯。点解我会有嗰个问题呢？就系、是、你如果用呢一个咁笼统嘅方式，就即系连结咗阿奇迹同阿黄小龙嗰个仇恨嘅话，咁喂，你赢紧晒喎，咁龙虎门真系好啦，唔系得闲喎而家。
行时行刻就系话我系可能屌你老尾，其中有一百几，其中有几廿个系屌你老尾猎神者嚟嘅，屌你老尾，你咪好能唔得闲？哦，咁猎神者通常都冇乜亲朋戚友嘅，过咗过百欧咯。唉，咁啊，用一个咁样嘅咁交嘅连结仇恨方式咧，咁我觉得即系你打后其实讲故事可以好简单嘅，冇乜逻辑噶啦，系唔系都入无名毒咪搞捻掂咯？冇故事性噶喎，其实系嘛？其实仲有，如果严格啲嚟讲，其实就唔单止嗰一单添吓。仲有开头无名毒头嗰两期，唔系讲到成个地球好多地方咧，即系唔单止系海洋血雨，因为嗰一次系去到烈龙图喺尾段嘅时候，讲阿白蛇将嗰啲原来扯上去，本通佢变成毒雨落嚟啊嘛。系佢呢扎，即系佢呢条数应该系嗰一场嘅计法嚟嘅。但系如果计埋佢之前响呢个无名毒扩晒全世界，咪曾经有一格咧，有啲歌星明知嗰啲女团咧跳跳下，突然间女低咗嘅。系或者系其他唔同地方，包括金丝丝。譬如果咁计，金丝丝应该啊黄小英系啊，理论上金牛屌你老尾要揾阿黄小龙。报仇啦，找数啦，系嘛？黄小英都要啦，黄小英都要啦，系咪先？我喂，啱啱喂，沟到而未沟到条女，喂，我谂住喂入房打印噶啦，扑街就俾你搞捻掂咗，搞捻到我冇得打印。唔系，其实啊，关于呢样嘢，我其实谂紧个问题嘅，可唔可以搵一个嘢补完翻呢段剧情咯？唉，嗱，阿万有人都帮我补充一下啦，就系打交力从地起啦，系咯。结论就系佢系超级武学奇才，即系瞓喺度都咁捻劲。犀利嚟咯，系嘛？即系理论上你企喺度都会好啲啊！即系仲要系我用个爪劲灌入你个脑部，令到你个脑部有刺激而挣脱到我嘅手、啊，成单嘢会唔会好胶咧？即系又系谂嗰样嘢，系嘛？好，跟住即系高潮嚟啦，咁样即系阿奇迹就俾人打捻到一扑一碌都冇事。仲要系即系嗱，阿小龙嗰个心态咧，我就唔再详述啦，因为其实即系再详述都冇乜特别意思嘅吓、啊。就我想同大家即系分享呢一格咧，呢三个人咧，喂，其实唔系正常人嚟嘅，系嘛？首先嗱、啊，玉儿屌你老尾已经唔似条女啦。二嚟呢一个阿奇迹咧，屌你老尾系咩人嚟嘅咧？系嘛？呢件衫咁样样嘅，哇！下边哇，我唔明白，系服装问题啊，定系人嘅身体结构有问题咧？我真系唔捻识啦。仲即系你画到咁样样咧，都竟然仲有网友话佢今期画得好咗嘅，咁我都真系唔捻识讲咯。我真系佢长期 keep 捻住系咁捻差，话俾你听，佢用粗线条画捻完就算捻数，系好捻曳嘅。跟住打唔够两句，打唔够两下就啊！快少少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都佢打个过程，我都唔觉得有啲咩特别，比如利斯大川狂龙乱舞啊嗰啲，招二招式、啊。多谢破金，多谢支持，多谢多谢。我最想解，即系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小龙降龙掌全力思维，奇迹未至粉身，也全身骨碎。咁你全身骨碎。咁你嗰个一血成河，跟住又可以即刻弹翻起身，咁系点样解释咧？我真系好捻期待你点样解释呢一单嘢俾我听，系嘛？即系有网友话，你整到个飞弹佬唔捻掂啊，整捻咗个平凡唔捻掂啊，老祖宗翻嚟再唔捻掂啊，而家整捻咗个奇迹，喂，其实奇迹都好捻劲，真系，喂，火云邪神都收唔到佢皮，如果系咁。即系一间嘅火云邪神都收唔到佢皮，你打嚟打去，打到骨都碎，仲可以企翻起身。咁你点样解释先？即系又要问一问大家，实打技击系咁噶？佢又再重新帮我定义咗一次叫做现代技击、哦。即系你有内功，你嘅内功系咁捻劲啊！即系连骨碎都可以再继续行动自如啊！其实你劲过老祖宗、哦，我想问阿老凤啊，喂，救住老祖宗有冇曾经试过，即系骨落尽碎都可以行动自如，有冇咁嘅嘢咧？或者类似情况，救住有冇又系咁样可以
做到嘅咧？类似嘅情况应该翻翻去旧主1165期老祖宗俾东方真龙嗰招破体烈阳光气去重创。咁基于当时俾阿天机上人搞啊老祖宗，咁啊老祖宗得翻70功力，系震到佢成身骨碎嘅，然后佢需要启动九死邪功同埋嗰个不死身机能去修复。但前次系因为佢飞升咗有不死身，即系飞升咗就不死身，旧主飞升咗不死身噶嘛。哦，系，啊，所以佢有自，即系无论咩情况之下，佢可以慢慢自我复原嘅。而本身啦，亦都系有一啲解释嘅，譬如啦，阿梳法王咪有个血葵心血嘅，佢曾经提过话，即系佢可以透过吸纳人哋嘅血液去启动一个疗伤效果。而九死邪功比血葵都犀利，就系佢唔需要吸血，佢只要吸一啲功力咧，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即系九死邪功系。系啦，咁当然啦，呢、這个九死邪功系后屘胡家宝解释嘅，当初就潜建落去嘅，进化咗啦，只咁讲。但系本身，应该系谂一个问题，就而家呢刻啊，呢位奇迹先生究竟佢嘅悲天泣血是什么东西咯？其实我问咗好捻多期嘅，系咪啊？你点样解释呢一单嘢？即系其实悲天泣血系一种胶水，系胶水嚟嘅。即系我啲骨络咧断咗嘅时候咧，我用悲天泣血神功咧就可以将你呢样胶水咧用我嘅胶水黐翻落去咁样啊？系咪咁样啊？但系我见佢系碎咗好多次嘅，系嘛？定系佢嘅耐力系能够令到佢碎咗骨之后都仲可以行咧？咁如果系咁，就真系劲紧个老祖宗噶喎，即系佢喺个即系叫做咩啊？受创，即系受咗重创之后嘅反应。系啦，系比老祖宗更加劲。你就打到我成身骨髓都好啦，我都系企喺翻上，再同你再打过咯。咁如果系咁，用刀咪得，得唔得？用刀剁开佢咪得咯。直接批个头围咯，可能好啲。咁如果佢咪都系劲个老祖宗咯？你但系你都系解释唔到悲天泣血神魔功。点解会有呢个功？又会有呢个 function 先，系嘛？同埋我都系又系嗰样嘢咯，杀呢个系唔系杀手嚟嘅咯，系嘛？呢个系武林高手嚟啊嘛，杀手点会屌你明刀明枪同你硬冚你打亲死，打得唔死我，我再起身同你打过？杀手系唔会同你硬冚噶嘛，系咪啊？好啦，去到最尾咁啊，黄小虎嚟啦，咁啊，黄小虎个车辘咧就碌到啊！啊！呢、這个奇迹个面啦，咁样咁啊，下期我都唔知点样学落去啦。两个打一个，系嘛？其实理论上，即系以死神会嗰啲，即系其实你正常计，死神会系一啲杀手组织，系属于暗杀嘅，唔应该系用力量计，用功力计嘅。如果龙虎三王是但一个喺度捉捻到一个杀手捉住咗嘅话咧。咁应该理论上啲杀手系冇还击之力嘅，因为我系刺杀你啊嘛，系嘛？如果系用力量去碾压你嘅，咁唔应该派死神会咯，应该系成个魔鬼党嗰、那个嗰九嗰九件叫什么话？哦，九大领导层。九大领导层出力出嚟去用人数啊，用力量啊去碾压你啊嘛。但其实我要大家剖析下咧，其实应该嗱，而家就我冇一个实际。讲到嘢出嚟，但纯粹剖析一样嘢。其实啦，如果以正常嘅铺排咧，死神会即系如果正常铺排之下嘅死神会，咁第一杀手咧有三间水平咧合理嘅，因为始终佢做咗杀手之王，仲要如果前设杀手之王，佢应该怼冧咗龙五嘅龙五嗰时同十关嘅小龙打都系唔输蚀，甚至乎系仲要佢系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奇能啊，因为龙五系二人管，佢有个特异功能就会自己慢慢修复个内伤噶嘛。即系话其实如果呢个杀手之王可以有打赢龙五嘅能力嘅话，佢应该坐得有三界水平啦。而且事实上杀手之王或者杀手，咁佢可以杀到啲最强嘅人，咁佢应该力量情况咁上下嘅。如果唔系，即系可能你打个好硬净嘅人，就你暗杀，可能佢笃极都唔会伤。其实冇意义噶嘛，调翻转可能剩翻嗰九个杀手就可能力量系争一定嘅水平，因为以个架构嚟讲，第一比第二三劲两三个 level 好合理嘅，如果唔系点凸显佢杀手之王先？系咁可能当第二至十可能有八关几，
七关六关，咁但系凭佢嘅暗杀技巧，或者可能譬如之前讲啦，易用术，我会扮到你估唔到嘅人喺后面怼一刀，或者我会计任何嘅你完全估计唔到嘅时机而喐手，咁应该系利用呢啲嘢啊嘛。而头先讲个，佢完全系反其道而行咯。你睇下无名猪嗰啲行为，同你讲嗰啲即系真正杀手会做嘅嘢系完全系相反咯。我杀你之前，我会令到你好畅快啊！系咪傻撚咗啊？无名猪，你点捻做杀手啊？而再解构翻魔鬼党啦，其实九大领导层未必系最好打嗰扎嘅。系当年修罗男爵都系唔好打嘅。系咁，其实如果以翻个前次嚟讲咧，应该九大领导层除咗系凭后天嘅努力令到个爵位之外啦，咁亦都应该有一啲可能系佢有一个。父荫啦，或者系因为有继承咗佢老豆或者佢阿爷，定系佢太叔公嗰啲爵位嘅人，系而本身死神会，你见到九大领导层唔等于系爵位嘅高手，等打个比喻，就好似你喺入一个行政架构里面，咁你本身有爵位系基本条件，但唔代表你有爵位先入到去。如果唔系，你谂下一个公爵，两个侯爵。即系几个白雀，咁紫雀同蓝雀都得一件，咁你要发觉啲紫雀蓝雀就好少喎，即系比例上唔应该，应该由高至上，唔系应该由金字塔咁啦。系啊，冇错，啱系啊，系啊。正常嚟讲，原本个魔鬼党应该系点咧？就系佢核心架构两个领导层，一个就系教皇，一个系教父，然后九个白雀，唔系九个领导层系咩咧？就一个董事会。佢两个系董事会里面嘅人，但系佢哋唔代表佢冇其他嘅白雀、猴雀、紫雀、公雀。咁因为死神嗰个庞大组织有好多唔同嘅，其实卫星组织，卫星组织可能每个卫星组织有个可能紫雀或蓝雀去做话事人嘅，系啦，应该系咁样先可以凸显到死神会个架构几庞大。如果唔系，大家只会觉得哦，得九个雀好似好少，但其实应该唔系，本身应该系一大堆紫雀、蓝雀，系做好多唔同嘅卫星组织嘅话事人。咁佢哋未必系武功最高嘅，因为可能有一啲系行政或者用管理嘅方面。意思啦，死神会只系其中一个组织，佢负责怼冧人嚟嘅。咁应该系有好多唔同嘅卫星组织，可能系做。佢表面做嗰阵可能系用正当生意去牟利啦嘅卫星组织，亦都可能有一啲唔系正当生意嘅卫星组织，系啦，应该系咁样先凸显到魔鬼党。如果唔系一个称霸美洲甚至乎西方黑道两大势力之一，你见到就得九个领导层嘅啦，架构好细，甚至乎可以话领导层九大爵位。底下有好多紫雀蓝雀卫星组织，而本身美国52州每一个州有个高级嘅话事人，即系佢未必系领导层，未必系白雀，所以可能系属于系干部啊。佢因为佢有分、啊、可能班长啊、科长啊嗰啲啊、科长嗰啲系嘛。佢曾经讲过嘅，有一个叫所谓中级啊、高级嘅党员。咁嗱，之前咪讲过有红使者，跟住撒旦系金使者嘅，系咁外传有黑使者同蓝使者啊嘛，系咁其实我纯粹有一个假设性，如果呢五个使者系做一啲行政或者系讲国脚啊、联络啊，或者可能红使者系负责做伪钞生意嘅，可能黑使者可能做毒品生意嘅。做即系佢做宽管嗰一行嘅嘢，但佢唔系最大得，佢可能系行政嗰方面。而事实上，红使者、金使者虽然带咗啫，但其实红使者、金使者系一个职位嚟，系啊，可以填补啊嘛。如果喂，好似罗刹教咁样，屌边个死捻咗？无影居士咪顶捻咗去银护法嗰个位咯。系啊，其实应该系本身五色使者呢度应该已经从有一个人身顶个位，因为你而家间公司唔会因为一个人死咗，嗰个生意唔做噶嘛。系咯、啊，唔会死咗，咁应聘嘅啫嘛，讲真，甚至乎。你内部升都得噶，系咯。咁如果俾我做咁，我红使者、白使者、金使者或者咩，每一个咪加翻相关个名咯。即系譬如，因为你用个使者咧，其实系冇一个独特性。咩啊？俾我啊，屌加捻多四个落去啊！屌你五色，我加多四只颜色落去，有九使者啦。我咁唔需要，因为个架构本身系有嘛。咁如果假设你要令到个角色有独特性，你唔可能净系讲佢职位个 title。
譬如黑侍者可能整个叫外号叫黑珍珠嘅人做黑侍者，呼应翻个即行个颜色同埋佢本身嘅档，跟住红侍者咪可能整个红马路咯，蓝侍者蓝宝石，宝石王子得唔得？得，喂，呢啲咪好睇咯，呢啲咪大家想睇，呢啲咪龙虎门味咯，咪而事实上真系我哋系呼应翻一个正常嘅犯罪组织个架构，一间公司应该有啲咩？因为其实九大爵位点样可以响个定位翻魔鬼党佢哋作用系咩？其实等于董事会啫嘛，一个可能一个系咩董事会，一个可能董事长，一个系行政总裁，即系做翻教父同教皇两个位。咁其他都开会都有票头噶嘛，董事会。咁其实就算入唔到董事会，但佢哋都系股东，都系重要持份者，可能系嗰啲咩指著蓝咗卫星组织嘅啲阿头咯，系嘛？喂，呢啲咪好睇咯？真系、哦，即系原来即系龙虎门好睇，其实可以好简单，只要有代入感，同埋即系你理解到呢本书，其实大家想睇啲乜嘢？喂，你其实我话俾你听，如果你一开波唔系咁肉酸，话咩回打回归现代技击啊咁啲咧，其实我唔会咁抽鸠你书咯，又夺石系嘛？又呢、這个悲天泣血呢一单嘢已经唔系现代技击啦，系嘛吓，又可以读人哋嘅思想吓，呢、啊、啲究竟系出于边一个人手，系嘛？你哋自己谂咯，系嘛？即系我又唔讲系出于边个手咯，大家谂都谂到啦，系嘛？悲天同泣血系两样完全唔能拉楞嘅东西，系边一个会将佢呢样嘢黐喺埋一齐啊？大家自己分析一下啦，唉，我唔讲啦，费事又俾人投诉啦，唉，真系，唉，我都唔系啊，佢用咩名咧就唔重要嘅，最主要个分数问题啫，系嘛？咁理论上悲天泣血，咁理论上应该系两个功能啦，系嘛？咁点解呢两个功能叫悲天同泣血咧？系嘛？你其实好似好简单啫嘛，嗱，有啲嘢，譬如哦，九阳神功，哦，系热嘅，系火嘅，九阴真经。系嘛？即系可能有啲阴柔劲嘅，喂，有啲睇有个意思喺度啊嘛。你唔系、哦，你两样悲天，喂，其实悲天我有冇呢个词语我都真系唔捻知。有悲天悯人啊嘛。吓，咁个意思系咩？即系一个形容词嚟嘅，好难系做到一个动词嘅。其实，其实正如我卓康我讲啦，一个领导咧，好打都系其中一个关键嚟嘅，你谂下，李寻舟全力帮最好打嗰个合理嘅，但佢除咗打之外，应该再多少少嘅描写就系佢管理或一各方面。其实东方无敌系成功嘅，但系火人其实失败咯。火人其实只一个冇脑嘅二世祖，新柱都系。新柱就原本唔系，跟住后屘变咗系。旧柱调翻转，佢系一个二世祖变成一个叻仔，但系新柱嘅火人其实系一个冇脑嘅脑残。系，即系以一个我谂啊，其实罗太孝子嚟嘅，其实我觉得佢一个，唉，唔知新生嗰个又好孝顺，唔系新生都好孝顺啦，就算佢出卖完佢之后都好孝顺啦。唔系，其实我都系讲一样嘢啦，火云邪神本身个描述咧系失败，系、啊、即系最惨系胡家宝安排佢回归之后，其实系令到呢破坏咗呢个角色嘅设定。如果你谂下佢喺罗刹中间消失咗，就唔会有咁多脑残嘅事件俾大家笑。系啊，其实佢嗰刹那完咗，有晒个遗憾，有晒个人生经历 ，OK 噶。但后屘拣出翻嚟，喂，谂下其实佢捉咗黄小虎、石一龙，其实可以做瓜佢哋啦，搞咁多嘢做乜？跟住你话火云邪不断提升，但提升嗰件事又错，甚至乎嗱，用翻一个飞星诀嘅问，其实都有笑话嚟。佢点解要练飞星诀？火云邪开头系啊，要攞天令道丹嘛，吓咁到830几期攞咗天令道丹，即系佢飞星诀成有成啦。系咁嗱，理论上如果飞星诀有成，佢冇可能就系、是、佢当时已经练咗易筋经一级，即系黑级一间噶喎。系啊，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你本身有易筋黑级一间，点就可以练到飞星诀？咁你点可能因为有易筋经黑级一间，你用唔到飞星诀咧？如果你用唔到嘅话，你已经吸唔到天令导丹啦，即系错捻晒成个设定。其实本身啊，胡生啲嘢都系湿鸠噶啦。
嗱，纯粹用几件事去剖析啦。第一件事，白蛇炼飞星诀嘅时候，822期讲过系因为有翼根经白蛇炼飞星诀先可以促成啊嘛。系啊，咁即系话，我记得呢个都记得，系啊，翼根经系唔会有抵触噶。系第二，宝云成练到一间嘅时候都练到飞星诀，仲要可以用飞星诀吸咗一粒天令导丹过嚟，咁即系话飞星诀同翼根经系冇可能有抵触噶。应该系唔关系咯。而第三点就系极乐魔真嘅翼根经比火云拳更加犀利，佢都用到飞星诀。会唔会佢嗰个翼根经系第二款啊？佢系第二款翼根经嚟噶嘛？好似话佢嗰个所谓嘅翼版翼根经嘛，吓第翼使翼啦，跟住反啦，翼完再反，即系正常啦。都系翼根经。而最重要系佢如果要解释。火云邪用唔到飞星诀，应该系话天令导丹影响到冇得用飞星诀，因为佢吸天令嘅时候系用到飞星诀嘛，反而吸咗之后用唔到，合理喎。而再去到新生龙，佢啊火云邪过晒啲导丹啊古王俾阿珍珠之后，系用得到飞星诀喎。所以计晒前文后理，即系其实有个好好嘅下台阶俾阿火云邪，但系佢唔识用。就纯粹就系话翼根经棘捻住咗飞仙诀，其实真系黐线，即系嗰仲要佢刻意去兜嗰段剧情，即系坦白讲啊，你960几期打四大教都打咗1000期先正式讲佢两个埋，唔系都唔系1000期，系1001期最后佢两个先埋，系啊，用咗378期去讲中间嘅过程，其实啦、啊，即系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形容嗰段剧情。睇咗30几期，到翻转头竟然到最后都系嗰两个打翻。系好卵睇啫，睇得40期都系咁样。哇！真系我嗰阵时睇到好卵黐捻线。咩？我嗰个孖宝版我咪屌捻到飞起咯。唔系咁，我只可以纯粹用一个市场策略或者营销，佢嗰个应该系谂住铺1000期呢个重要时刻，由两个大 boss 硬冚。但又出嚟一个好奇怪的问题，呢本书好似叫《龙虎门》啊，系我都想讲嘅就系、是，咁究竟应该龙虎三王出嚟嘅咩？竟然系白莲教主同罗刹教主去担呢一个大高潮，错捻晒咯！你话龙虎三王打火云邪神加东方无敌啊，都合理，好睇啲啊，大佬三打二，呼应翻嗰本书叫咩名啊？龙虎门啊嘛，老细。本末倒置晒，唉，希望吓迟啲有机会可以即系改正一下啦，咁样吓、啊，但系都要睇边一个可以改正咯吓、啊。以而家龙虎门呢个团队咧，其实咧我就冇乜寄望噶啦，已经寄望嘅就系、是、即系大家中意睇即系睇啲反高潮啊嘛，系咪先？即系而家每个礼拜买龙虎门嘅就系、是。睇下点样可以笑鸠龙虎门啊嘛，屌鸠龙虎门啊嘛。诶、欸，啱啱有货金，系多谢。喂，多谢支持，多谢支持。系啦，咁啱啱讲啦，即系而家呢刻咧，老凤努力紧，但唔知努力得唔得嘅。但就算努力唔得，即系如果真系倾唔掂嘅，用一个可能同人嘅，同大家咁个专业分享下咯。吓、啊，即系纯粹我哋自己 FF 咯。因为其实咧，即系如果龙虎门。继续系俾即系呢个团队继续去游轮嘅话咧，咁啊，即系大家希望得唔系，其实系好噶，佢继续系咁嘅，咁我下个礼拜先有嘢讲啊嘛，系咪？如果你话下个礼拜喂好捻好好睇，喂好捻精彩，咁变咗就系即系我讲嘢冇得高八度啊嘛，咁啊变咗就系我呢个节目真系收皮嘅。但系其实我唔介意我个节目收皮喎，我系其实系想龙虎门好睇，我谂全世界都系想龙虎门好睇，但系点解啲人咁？即系去睇完呢本《龙虎门》之后，点解走嚟睇我哋啫？就系、是、睇我哋点解个屌鸠《龙虎门》系咁样，即系呢个系大家共同愿望嚟嘅，就因为系我哋同大家共同愿望，就系因为而家啲《龙虎门》系閪屌，但系你哋就冇个渠道屌，你就变咗就系睇我佢屌，咁啊变咗系一个宣泄嘅渠道，变咗系咁，其实系唔健康噶，其实好老实，真系唔健康噶，吓、啊。咁啊，龙虎门就今日就暂时系呢度啦，去到呢度啦。咁啊，咁啊，简单交代翻少少题目各方面啦。嗱，节目预告，礼拜一有乜嘢啊？悼念节目系啦，一本创作咁同我哋使乜点蜡烛啊？咁啊，唔使嘅。咁希望嚟紧呢段时间，
各位团队成员可以有更好发展咯。系，亦都同大家回味一下一本创作经典嘅创作啦。系啦，咁另外第二样嘢我哋之前收嗰啲书就会陆续去处理埋噶啦。咁今日就已经执咗啲书，影个相，同埋都会 set 翻个表格出嚟俾大家容易睇到个内容嘅。咁可能会有编号同埋项目系啲咩啦、状况啦、底价同埋佢设叫价嘅内容嘅。咁我而家都写咗十单噶啦。咁等我处理埋少少嘢同埋。都唔系少少，好多嘅。但系处理埋之后咧，就会喺专业公布翻相关嘅详情，亦都可以，我系研究紧可唔可以将个连接摆喺个Facebook 专业，咁大家上去就可以睇到个 Excel 档案就容易啲睇咯。因为就咁睇咧就比较难搞啲嘅。但系如果个 Excel 有晒项目啊、状况、底价嗰啲咧，就大家容易啲揾到。系啦，咁我希望尽量可以快啲处理完啦，因为都9月17号啦。唔紧要啦，慢慢嚟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啦。系啦，咁啊，亦都多谢翻嗰两位网友送书俾我哋。系，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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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咁嚟紧下个。